好，彭主任，大家高早，大家好哈，大家辛苦啊！啊，咱即马进行第27次的会议哈，啊，先请秘书处来报告26次的会议议事录。宜兰县议会第五次大会第26次会议议事录，时间106年5月18日下午20:31，地点本会议事厅，出席议员黄定和等33人。列席人员：县政府代理县长吴泽成、副县长朱寿谦、秘书长赖其禄等局处长24人，本会秘书吴明宏等3人，来宾各报及各电子媒体记者，主席林副议长齐山，记录陈树云。主席宣告开议，报告事项。主席报告签到议员已达法定人数。秘书宣读第25次会议议事录。质询事项：县长施政总质询及答复。质询议员黄定和、陈宏喜、林月贤、黄建荣、张建荣、林其敏。答复人员：吴代理县长泽成、朱副县长寿谦、黄处长林娜、林处长国民、简处长菲利、李局长志勇、刘局长建廷、黄处长志良。其他事项：县长施政总质询。议员要求办理提供之事项另入详如附件，并行文县政府办理。散会下午5:20以上。好，请问大会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确认哈。那我们继续进行议程，请县长、副县长、秘书长、全部的局处长列席报告台。好，轮到执行的张前立长及林希云议员，还有一个人的时间了哈。好，现在请开始。好，主席，吴县长，县政府的官员哈，还有贵同仁，早。吴县长，你请坐哈。咱有一个机会，前几天，你当改职。甲咱部长来主持，啊，邀请咱县官所有咱刘义主办的，啊，吴县长来参加。啊，但是迄个会啊，我甲聆听甲咱目前县官关怀的两项，对高速铁路，甲北宜这吼、個，高速公路雪山隧道这条吼，两个案，但你的案啊，是看会当讲。啊，白白者做中央做一届安尼，拢来个阳光姐姐吼。啊，迄阵啊，我无伫迄个所在，甲你检讨了吼、啊。我想利用这总咨询，甲你研究看嘛。我们事情啊，应该中央啊，无何你讲天下白吃的午餐啊。全国人你看这这本预算，借钱那么安那去摕人的钱，本身看是一个看法是讲，百货。啊好，铁路东街线伊往那做，拢是全国的代志。咱阳关爱，柯文哲伫讲，都雪山隧道边仔会当石头救来，甲东街啊，甲头城，安尼咱阳关乖安尼尔啦。若要搁设立台铁福隆山，差个几分钟咱无，咱就坚持爱这两条，大家目标就是安尼尔。啊，这就变啥？中央伊个专款去补啊，咱拢免管。但是高架车啊，应该无唔对。五年前，中央都有一个意思，请咱宜兰县政府借伫头城、甲罗东所，这個、高架桥安那去提悬起来了后，伊是去借咱来出钱，敢是县长咱来出钱的，只个人配合款的。对，你请坐。啊！伊就是要搭铁这个财源，都希望讲啊，搭起当时咱就是按铁路，
要向东移，伊就浮水出来，啊，咱来利用遐土地征得出来。了，伊安西来讲话啦，伊希望你会当阁创一个，咱也无一定到你迄个位啊。我准有人伫建营来，车头刷来咱管小对面来杀哩，会啊，伊就是要你开发地尔。但咱有一个上可惜的是滴啦，吼、哦，就是宜安市的车头头前遐尼济地，当时咱要希望讲你会当拢去做商业化，咱要摕这个钱来建设高架桥。国内劳动，当时若要铁路移动啊，咱的政府有这個想法啦、啊，就是要摕这三块土地配合中原的财源，安尼才会当去做这个代事。好、哦，啊，下面我是讲要请你甲报告讲，这条案应该林馆长唔敢无去啦。这条案你甲想看，这五年来你看，桃园、台北，尾啊。台北了后，随行到桃园，随行到嘉义，这拢卖讲啦吼。台南、高雄，现在大多数拢开始拢在做啊，差不多拢调化。了后，你个是讲，屏东人都做好啊，对不对？桃园啊，你做这细管区、嘉义区拢在做啊，所以讲咱盐管那个停顿在这里，正好的条件来做。你若安尼土地涨起来，宜兰市你来甲涨起来，大家涨起来一平几，哎，当然四五十万、几十万，啊，咱卖去做这条。我本色是要听馆长对这条案，咱俩馆长要滴清楚啊无？啊，到底咱有照伊这规定甲破啊无？啊，我是希望讲馆长，你的看法上来甲请来努力这条，你看有适合无？下一步。大会主席陈议长，各位议员，你史先生，非常多谢咱中正局长的指教。迄、那个我安尼讲啦吼，咱高架的部分，甲迄个铁路直线这一段，这是两目前是两个段落吼，分两个机关伫规划。直线铁路是由交通部伫规划，高架这部分是咱县政府拄啊，局长你讲无唔对，前局长你讲无唔对，咱已经规划好初步。可行性评估已经好势啊，已经报去伫交通部。伊若下落来了，当然伊中央会补助，嘛会咱地方嘛会负担。啊，这就是用迄个大众运输导向来带动地方的这个开发，来出这个钱。吼、哦，这咱负担部是安尼来的，这啊，周正杰你足清楚吼、哦。啊，我现在会去讲这项代志，爱甲一线铁路做伙来考量，目的就是希望伊。较早甲咱歇落来，因为你若单独讲这个吼，伊会甲你提起甲西部拄啊，正个你讲的遐个都市去相比，伊有一个排序伫个啊，咱会排做后壁去，所以伊会袂甲咱歇落来，变作慢。啊，若含这同齐爱考量的时阵，歇个时间会较早，爱较紧，我是希望安尼吼。啊，第二呢，伫个功能上嘛，确实有伊个需要，因为。那一直线铁路，干那做了了，伊干那行火车过宜兰去花莲台东，对咱宜兰，他别讲无几年票当啊，互咱用，总要转移交通是有困难的，啊，都爱含这个物件同齐考虑，啊，伊会当要花莲台东，伊做伊过外紧，来甲咱宜兰呢，开较密集的班车，吼、哦，算起来差七分之八分钟一班，那安尼时阵，才有可能。来引起咱这个塞车的人来坐火车，来减少这个做迄个车辆，是这个意思。啊，过来呢，伫个目前咱的调查足清楚，迄间媒体调查70%以上是赞成高架要紧做，哦，啊一个60%以上是赞成讲直线铁路爱做。所以伫个这个高架部分，伫咱的全民的生活上较需要，因为大家会拄着。哦，发展上嘛较有需要，但功能上，伊一定爱同时考虑，唔通做一项兼一项，安以后是无解。因为伊迄个要长途的车呢，甲咱迄个要来宜兰的这个区间的车啊，伊爱小巷，爱有避车轨。迄其实六七年来，咱县政府甲做铁改局，拢有共同规划
讨论过，拢共识啊。已经算到讲，拄仔我讲的七分钟、八分钟会当一班车，迄款程度啊。嘛讨论好讲，咱的车头、车站会当增设，而且车站要设出另外两道四轨，迄就是要小型车，包括伊长的隧道内底，若要开的时阵，嘛爱考虑，因为迄种十几公里。爱考虑休闲的所在，爱做一个避车轨。嘿，安尼规个一起规划，爱会当甲咱核定分段来执行都可以。而且伊若无核定的时阵，咱宜兰车头高架袂起来，因为宜兰车头伊有一个机工店维修厂底下，必须要迁去这个舒心站遮，咱嘛伫规划啊。这是一整整个是一个完整的配套的一个计划，但可以一次做规划。分头并进，我的意思是安尼。拄只你讲起来，即个差不多甲我的意思同款。啊，我是讲咱做馆长，历史性而已啦，大家拢无历史同款。我昨下甲你讲了，你有四五十年历史的公务人员，张建宁拢坐原来坐你后壁头前个顶馆迄只椅啊。我来坐几啊十年啊，将近都要五十年啊。咱毋是用哈大声的，用哈大诶，啥物场面来看过？我是讲你啊，国民进党诶民调遮尔低，咱免讲钱啦。你讲前瞻性摕几个，咱拢无摕到，啊，都事实啊嘛。即个免讲钱，要坐要送啥？照你即个方法去做，我相信讲。中央蔡英文这个总统啊，无可能拢无答应咱延关啦。这条高速铁路也好，这条你看，柯文哲台北市长讲，现在隧道你不要开了，都是啊，水源哪有关系？无关系啦，上加咱挖个头下尔啦，上输啦。人台北市长都支持咱啦，咱就这条计划，这条。咱希望就真大，高架桥更加大。总统伊就是讲，议员官拢无啊咧，阮民进党后摆阮也无啥选啦。啊，全世拢分有着，啊无议员官这条路爱甲落来。好，我话说咱卖甲议员官民坐，无多啊，提无到就分啊咧。但是我后手要遮尔好的这个宣传啦，吼，我是希望讲。恁有计划性，计划性即马就使去做真水的出来。高架桥做了，你看，宜安县的高架桥来甲提创好，宜东的财产，迄所有的地价也好，厝房也好啊，但无非常是有延迟。铁路宜东遐地都未顺利啊，过来创几条哪有啊？啊，你即马就他。大家围出来，创个水，我后摆吃多钱，要加几位，倒要加几位，咱来解碰啊！碰啦，遐拄好，总统来讲有影，这严管会需要，无咱来个建设，咱就得着啊！所以讲，咱啦爱有好的计划，计划是就是真重要，打到会使去个为国说。过过起来，沿途当个创个水啦，宜兰也创个水啦，倒尾也创个水。我管住你，倒位就使甲干部啊！啊，中央一定予咱啦，袂讲宜兰县前瞻性拢无像啦。我看是袂，应该啊，以你这個地位吼，我相信讲咱来宜兰人袂使随个些随讲前瞻性分千二亿，千二万，卖讲安尼。我是讲咱大家吼，共同啊，不分倒位啊来，吼，来会当安尼来做，咱。最后，宜安县长还阁是民进党恁提起嘛？啊，但是我是较唔敢我做主意啊，吼、哦，同时还甲恁拼。但是应该徛在我宜安县的议会一份子，来甲你建议一下，吼、哦，是毋是？啊，县长这点嘛，你啊列入你的事情内，吼、哦，好哩。馆长啊，各科室的处长、局长吼，各位同仁大家好吼。他拄好听阮前议长一讲吼，馆长啊，我听恁讲前瞻建设吼，啊恁拢一塌接倒塌，要去争取经费，
这拢唔好啦。提出来要看，前瞻建设，叫你政府的政策是啊，做大项建设嘛。台湾全省中央家己去做才对，未使用县市来分啦。啊，你敢对？政府前瞻建设八千八百个，遐利息咧，一般百姓就拢免利息。咱县政府欠了两百几个，赶快来利息啦。咱宜兰县就是安那。我才拄仔讲，像咱前议长才拄仔在讲，即头城的九条高架过来，即家人遐过来，过落来，竹县铁路过来，铁路高架，安尼好无？两下去啊！你也是咱宜兰人，甲外县市比较，咱外县市的联络道拢高架，咱要记着第几线、第几线拢高架，咱宜兰的到啦，高速路一条来，甲咱收费啊！咱宜兰甲咱宜兰公平诶，照你高速公路未使甲咱收费啦，上无讲雪山路啦甲咱收费，各过来即站爱互咱自然通行才对，即个个人算公理，安对。我希望讲管理嘛，针对吼三点安就好啊，免甲人争执啥，你政府爱甲咱做诶啦，哦，即我是要拜托你啦吼。来，过落来迄落，我管理嘛，即马就是安尼啦，宜兰河无啊，迄、那个美孝大排上游。做大水做真大，你怎知毋知？证书揢咧迄个啊，做大水做偌大个？迄我做王太，我去啊，影因迄敢若一片敢若海雾个，对无？咱个政府个施政错误，影响阮美孝大排上游证书啊，大概我有在讲。做议员哦，做我真可怜啦，官长。我议员大概讲，大概也无效啦。我毋知影，阮只讲讲个，照正常个。议员只发言呢，有重要诶！啊，你我看你拢也无记啊，无哎最终哎，这议员到底安那？我看你拢也无去做啊！你议员只讲讲说啊，就说啊，敢若较早我做代表讲啊拉顺拉顺，就拉济啊就死就死了，你也就说啊，就说啊，同款啊！我是讲像议员只讲诶，真正重要诶！恁咧内底管务要有一个职级啊，恁县长内底要一个级啊，最终。哪一处都没有做好，哪一集都没有做好，这那个是啦。啊，无议员怎么在讲？重复在讲，重复在讲，对，安尼敢对？你看，好刚才你甲答应讲要甲斗三工，这我们搁卖搁讲，搁落来建校中排，反正拢有钱啦，中央基金你去争取少个钱，对，七亿外叫水流乌白开，啊，讲着建校中排，你看中央甲担啦，可惜因只拢消失条水咧。无招遵守，无招做，百姓无咧做，恁啊无当于哀啊！阮讲也无效啊，对无？从前做官的时阵，我毋是甲讲干呢，恁还有一个计划，我要怎创啊？对，好啦，可惜是真正恁敢做官啦！恁政府会做官官，阮下边遐，我遮的人下边遐去做落去拢淹起来，安尼敢对？啊，恁可惜是敢顶到遐高，你家己去看，土地恁就会使囤到遐高。百姓要囤一个农舍，就甲你规定，袂使囤遐悬。恁个政策安敢对？对？啊，恁政府做的就是人，阮百姓在哪？讲牛吼，我是讲啊，真无理啊！你甲想啦，啊，敢对？管你哦，你甲想啦，去个中牌五十八年中华甲担，上级管，搁考试，搁签证中心吃，你甲想啊？我希望这吼会使甲你做啦，我也免落去斗时间的关系啦，搁。过来来，我看一下。好，馆长坐坐啦，请坐吼。阮议长吼，馆长啊，请坐吼。阮议长吼，迄天即迄个立行国小吼，我只发牢骚啦。即摆伊在拄仔讲，甲讲叫你坐啦。我只发牢骚，伊甲讲议员啊，你啊真无礼貌对馆长安尼。我是讲了宜兰河吼，迄一百岁啦。啊，等下我讲你听，一百岁啦吼。咱馆长有诶。公共设施啊，宜兰市公共设施我拢讲过啊。人流有够多，文化中心你看，咱外县市来看文化中心遐，你该改爱改。宜兰市你看到处有啊，六七十年的公所拢无食迄落，这是政府吼、哦，县长的政策唔对啊。县长拢明算的啦，迄阵拢爱一并征收啦，啊，要地主吼、哦、土地分较济啊，遐行流遐行流，安尼有理？无理啦，对。啊！你去从文化中心遐，市场用地，市场用地要创啥？我是讲吼，馆长啊，你不是民选的，你提出撇咧，看要安怎来做，对？
啊，你讲容积转移，遐你要容积转移，他拄仔问阮院长，还一平爱五六十万啦。你有法度容积转移哦？遐无多啊，有诶囥七八十年还要去囥啊。阮小东诶绿地诶啊，囥七八十年还要去囥啊。住我爸，我才六十几岁啊，住我爸囥囥啊当，成光速这样啦。啊，我也是感觉，我做民意代表做是一届无调呢，三十几年啊。宜兰市有啥物进步？宜兰市有啥物发展？对，停车场暂时拢无啊，无照做啊，有啥物发展？宜兰市较较早共款啊，一样啊。有啦，即马大楼呢，十米路你若往起大楼啦，十米路往起大楼要安怎过？所以讲光速的部分，我希望馆长吼，请仔细列入记录吼。馆长看你要安怎公文和本省吼，直接列入记录吼，来，搁继续啊。好，列其他事项啊。这啦，上重宜兰市真可怜啦，拢无停车场啦。我即马有停车场，较重要就是呾个宜兰大学个。较早宜兰大学地下室拢无人爱入去停，即马生意偌好，一年才收偌济。所以我建议你，这宜兰市拢无什么停车场，咱政府个牺牲奉献，对无？我是讲中华路加迄个民权新路，一个宜诶、一个宜兰大学宿舍，一个男女宿舍，会使甲并建哦。做一个停车，让遐个人方便做高价的收费嘛。遐有阵时啊吼，做停车比做啥较好咧。阮宜兰市农会小东个啊，一个月安无三十几月收十八万呢。我听人讲比做生意较好。遐阵要起一栋大楼，我一直讲叫地下起两楼。阮说你先惊，讲后下甲个农会开吼，股票卖掉，后下农会无人趁钱。阮宜兰市农会摕你股票安尼啊。一年啊，今年分科二啊，分科二一科两角半。阮今年摕股票甲股利，延时拢会进账两千万。你也是用啊投资，所以有爱看咱讲看啊悬的。遐我讲叫起两楼，真正做地下室搭来收费，收真侪钱。我希望讲，馆长你整个对阮宜兰市吼，拢无停车啦。啊，无停车之外啦，啊，恁即摆林子庙镇长出来，你看，阮个，阮罗东镇，你看，吼，因遐午餐拢免钱呢，国小、幼稚园、国中都不要钱呢，啊，宜兰市拢爱钱，其他的乡镇也爱钱，对，啊，有公道，反正有公道，无公道啊，啊，因遐收入遐济啊，因停车场一年收几啊亿啊，对，啊，宜兰无啊，我是讲平均的发展啦。敢若较早，宜兰市市长拢国民党在做，对无？地方拢无，县政府拢民进党在做，啊，拢歹甲补助啊，对无？拢无啊！阮黄定和议员正来去讲啊，讲伊做市长啊，县政府拢也歹插的啊，伊也毋要甲伊讨半角啊，人也有法度生存。我是感觉针对哦，宜兰市哦，县政府出泥瓜，从这会使变就变，讲这上简单的啊。咱的南门计划啊，本来一个菜刀病，恁南门计划变了，搁再变，变了搁再变，到尾啊，我等来讲，图搁变，我即马搞不清楚啊。我都想，咱的政府政策都恁拢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所以希望讲，即个中华路，即个吼，透过都市计划吼，会使甲划停车用地啊，看会使。即拜托县政府，请主席列入记录吼，即公文送一份啊，来，搁继续啦。啊，这个就是阮中央市场林创元甲馆长甲讲，财政市长，你计划有没有做？林创元告诉你说，你说送了，有没有跟公所接触？中央市场啊，新民路甲贺顺街有没有？馆长甲你讲啊，你有送公文啊，有送去打？馆长啊，这个看会出啦。馆长讲，对就刷就刷呀。处长有没有做？来，财政处长来，县长有叫你出来报告一下来。大会主席啊，感谢议员的提问哈。我想这一部分已经我们也去跟公所讲，然后也把文送出去了。当时文当时上来，那个是建设处。现在讲我要给你看文哦，上个公所的文来公文。建设处那边是不是可以？因为是由建设处这边。不管，林创前县长叫你做，大会有讲啊。我这个问题有讲啊，有没有做公文啊？我给你公文，公所的公文我看。
好，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比赛公鸡卡早去啦。我私底下再把那个公文收集一下，再给议员。有没有做啊？才才半年尔啊，丢你唔知啊？来，清楚啦，馆长看会出啦，其议员只讲拢无效啦，对哦。馆长答应，叫叫伊起来讲，讲你做了没有？还是我还佫放互你听？你安怎讲？馆长安怎讲？对哦，馆长啊，宜兰市你看，遐一地遐一地。拢也无哈无开化啦，人讲台北是土地更新，啊，咱宜兰是做啥？啊，无啊，对哦，请主席列入记录吼，咱这个中央停车场吼，要征收土地吼改建，那林冲前以前县长有讲，看要来处理吼列入记录吼，哎，公文告我免打，因为无时间啦，过来。杨大，馆长，杨大，林冲前县长告诉我，106年有偏列预算，中央有没有偏列预算？有没有？应该知道我们钱在用了，有没有偏置？有哦，偏了。卫生市长、局长，有偏了不？106年有偏，宽列预算还是偏列预算？先讲好啊，你卖够讲敢偏呢？宽列预算才是偏列预算。有没有卫生局长有没有？哎，讲熟悉的啦，别再凊彩答答的啦。哎，卫生局长是哪？来，有啊，有偏的哦，还是宽列预算？无咱只讲啊，嘴甲全破啊，没啊，安尼表示没有啦吼，唔敢讲表示没有。反正小英未选总统的时阵，来宜兰去杨大遐默认。讲一条都要给人偏列预算，我们的游谢坤前县长、那行政院院长，甲破坏平讲较无底好，讲因当选的稳住，现场我有去，我有看，吼、哦，你也想啊，啊无偏列，恁敢讲偏列，啊既然诶阳明医院安那都安那，这安尼不对嘛，所以我就要借这个机会，阮大宜兰啦，爱病房无病房啦。啊！大家百姓讲啊，无病房啊，宜兰真可怜呢。要大济医院啊，无病房呢，安尼啦。咱宜兰万一发生较重要的灾情啊呢，一届四五十个，啊你四五十个只人要叫伊打，叫伊打。急诊室哦，一天看几个，迄落爱等到偌久啊咧？对哦，万一重病啊，什么发生什么花啊，四五十个敢跌落？局长。局长，卫生局长，万一四五十个一届入来，你要去，这人要带去哪去啦？你的感觉重大的灾害，还是什么发生什么命危？三四十个，你要去送去哪？容纳在宜兰区头、溪北头，无位啦，对哦，拢无事先准备。既然咱管这个角度杨大，我创这好给你。资源创遮好，政府甲你开遮侪钱，你爱去做啊！伊无咱爱去做啊！伊是被动，甲恁遮政府官员同款，恁拢被动的呢，毋是很积极的呢，对无？我是感觉安尼不对，我希望讲吼，馆长到底杨大这吼，你也想咱要来处理，万一预算无偏，咱来发动百姓来中央的面啦，决定爱啦，伊答应咱嘛。对哦，馆长，你看呢？要怎么办？谢谢林议员的指教。有关杨大的医学中心这个费用，他跑不掉，已经是确定。现在是他的二期计划，那么还没有这个核定。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跟杨大这边来好好的沟通，提出一个。我们跟他共同有共识的一个二期计划，那么他们就可以报请新政院来核定，来编列预算，这个应该没问题。那另外也顺便回应刚刚林议员所提的有关中央市场这个案子，案子事实上我们有在推，但推了到最后，市公所这边又觉得说他们现在的收费的状况比新建之后。结果还优惠，所以他们又不同不又不同意来共同来合作，所以这个部分到底他当时这个市场
那么改变为这样的一个使用的功能，有附带条件在都市计划里面啊。这样的情况之下，包括水产用地在内，有三个地主在那边，县政府这个水产用地跟施工所在内，所以这一块呢，恐怕要从都市计划的功能上面再重新检讨，否则现在都斗不起来。哦，那原来是施工所同意，教育部这边不同意，现在教育部好不容易同意了之后，换施工所又不同意合建，所以这个部分恐怕还要再整合一下。好了，拜托县长啊，请坐哈，多多努力啦，要追踪啦，无讲这个政府官呢是同款啦，讲煞就煞啦。好，我这拜托你啦哈，这边你就记录来。官长，这张吼，本来我歹摕啦吼，这张啊，这张吼。我89年去讲，你甲分者来。我89年去讲的吼，讲起来吼，民意代表19年前讲的吼，甲今吼，我都做袂好啦。19年啊，这以为透是讲，所以我做以为我拢免写稿，我拢免写稿，我拢有照讲，倒下做好，倒下做歹，拢有照讲，对不？咱管政府，你看做甲今，同款89年甲今吼，我这个民，迄、那个民体吼，食钱计划做啥计划？我卖甲你要啦，因为恁等下无时间，食钱计划、南门计划啦，吼。宜兰河就宜兰河啦，吼。老秀城龙潭湖计划啦，吼，要更加远啦，吼。处女地五峰区也无去开发吼。啊，过落科技方、科技线啦，吼。这是89年的施政报告、管理施政报告内底，小分校就是大学城啦，吼。闲置中心、县政中心啦，吼。等30年吼。这道省道拓宽，就是咱渭水路这站拓宽工程啦。好，来头条来，我头条跟你讲头条。食钱计划，就是南门计划。南门计划，恁哦做甲哦，我感觉哦做甲真歹看。南门计划较早都市计划形体哦，一个菜刀片，为着要甲公所、甲河川桥、甲土、用土诶、甲柏油。甲为公园用地，了后恁个人变更商业用地，是真见效啦。甲公所、甲河川桥，即摆拢同款啊。搁落啊，食钱计划上重要，家乐福啊，迄栋安尼，迄栋来，迄税金来，你看啦，家乐福啦，即张税金吗？家乐福迄栋甲遐住户边，一个月就2600万，无一年啊，房屋税，一年房屋税，这恁。税金厝的哦，一年2600万，97年甲呾，10年减收2亿6000几万。馆长，2亿6000几万，你拢写了要扣偌济啊？新计处叫你讲，你啊，自源财源吼，叫税金处哦，新计处啊，讲恁较爱去扣空地税，议员该建议人好，这无要紧。财团来买啊！我一直甲你讲，你要甲财团沟通，你拢袂甲伊沟通啊！要去啥物形体？伊甲你送件，你搁要退件，你看政府看损失偌济？我常在讲，政府好不容易，像阵我建议讲吼，做六个试管，馆长、老馆长，要做两个试管，做两个试管要紧，你予标，搁甲鼓励3年来去，我予你偌济钱？人11万啦，买11万啦，搭几万啦，放到遐啊！你税金阁唔敢扣，安尼敢对？反正我唔是骂你，我讲话较大声。啊，创言我就敢安尼甲骂啊！啊，敢对？议会，我甲你讲几届，第一定期大会甲你讲啊，恁甲呾阁同款啊！反正我希望真正因团队要伫遐起，你爱协调，我要互你去协调什么款呢？莫那多话话了嘛，话到遮水嘛。啊，那那只提大哈，时间的关系啦，吼。过来宜兰河啦，700公尺啊，来，这700公尺啊，这从88年的时代开7000万，700公尺开7000万，做4年啊，你也看来这做4年的工程啊，未完工，做甲好不容易完工，宜兰真可怜呢，4处，这个第5处的。国讲宜兰河有建设，啊！恁管政府咧甲文安咧甲答，你知影？答到这个文有够建设咧。
讲查宜兰河中山桥架吼，宜兰桥并无专设码头啦吼，滴水湖岸啊有两小段啊，长30公尺啊，清水阶梯啊，因受河道淤积及每年台风暴雨所带来的上游沙土淹没，以自然环境因素未能克服，且河岸生态并未影响宜兰河整体景观休闲，是蝙蝠建议仍维持现状，并视为现场需要进行环境整理工作。你也想啦，议员只甲你讲遐久啊，啊你嘛去遐看看诶，对哦，开7000万诶，高长来讲开7000万，我这块迄块资料敢若5000几万诶，啊图我找找也无咧，遐是建设处诶，内底拢写啊，啊要抄我啊，即马只啊千好多啦，要抄我啊，馆长，安尼事情敢好？这议员只讲遐久啊，讲讲无落成功，对哦，社会骨啦。卖讲辛苦，老朽城龙潭河的计划，你看有人去住哦？开几啊亿嘞？政府开几啊亿，拢了钱呢？龙潭河还有哦？搁落处理队五峰旗啊！照你咱宜兰县来找一位，予人外国来会当来看的所在，外国的宜兰人，宜兰遮拢无白点。好温泉底啊，大尔，大一暗尔。过来，科技方就是科技线，这是较早89年施政报告，管理施政报告，这底啊拢有诶啦。我甲提起来，甲经底诶啦。啊，做有成功，你啊，我今日过去看，恁甲计划施工5间，入去5间，余震啊，当余震迄间也无，大楼迄间也无做哦。好，这个政府起5楼。有租3间，全无啥物人去。我早起有去看，这有做科技线，几年啊？遐水沟仔地搁甲下了，咱厝顶搁挖水花，这真不对。安尼敢对？后来过来小分校，来迄过来小分校，我89年清华大学要来。我就一直建议讲，刘秀贤馆长，你莫做清华大学，干咪啥？予宜兰大学用啦，宜兰大学随当随去啊。伊唔，我讲伊跳票，迄92年的，你看89年备忘录，搁只高啊，94年才开始做，工程半坏，对，伊唔啊，什么大学城，都有大学城，多了了啊，我有准哦，印证有准哦。好来，贤治中心，讲到贤治中心哦。这个是县政中心啦、啊，我感觉有够见效。来，请管政府吼、哦，恁这处长吼、哦，这局长，驻外的单位有个人举手，驻外的单位是吧？好，驻外单位伤济，即本所财政的拢即本所你举手，组织的敢若即本所，几个本所即内底啦。来，这县政中心来，几个？管你嘛，你看恁这举都唔敢举，这样呢？不厚道嘛！你讲的我听无。咱的县政府的决心，有这外口的人民举手，拢在内底人举手。财政处的决定，有啊，主计也在内底啊。几官的？恁有？恁计划处的？恁有？民政处的有？来，恁民政委员落这外口，你搁有来？几个？几个啦？建设处的有啦，计划处的有啦，教育处的有啦。你看，这外口来看偌济，县政中心的用意啥？你知道？较早按电视，我那里控制呢。啊，阮这土地你叫人开了了啊嘞。拢是拢纳住。对，较早是拢按纳住啦，拢住嘛。即摆拢一直出嘞嘞。搁去啦。阮议员呐，要服务这案件要哪服务？对，你也是安尼有成功哦，有成功哦。路安尼共画到四拢圆圆都细。啊！你甲想啦，我请来笑啊，20年啊，一间面店啊，一间干妈店都无啊。啊，这个是县政中心，咱的规划甲别人的规划，管你嘛，爱拢五二百啦，搞做县政中心啦，
叫互百姓方便。你较早游锡军馆长就是讲要入来遮，互百姓方便啦，或做县政中心啦。啊，你是人数一直甲庞大，人数一直甲庞大，都跌袂落啊。过来等三十年啦，吼，等三十年，省路、渭水路迄条，通画遮阔啊，百姓起袂起的，有遮条做落遮，有遮人，有遮做人做。渭水路你知道，即摆中山路二段。有照做做，无照做闲人嘛。莫创到遐土地变景经过，土地厝起起来较好看。你即马倒旧位倒出来，位倒旧位倒出来，对。啊叫百姓要哪安那迄落，我是讲讲从针对你嘛。我八十九年讲的甲呾，跌到二十年啊，无条成功，无条好诶。你看，本来我是无宜兰河，我为着宜兰河提出来，无我毋敢提出来。安尼咁对，刷落，我搁只坦白甲你讲，中心文创哦，你无民间投资哦，馆长啊，迄钱坑啊，社会满做，你家己去甲看，你暗时你去洗一脸啊，迄叫做中心文创，伊做会成功，人口愈来愈少啊咧，对，你做会成功，未成功啦，宜兰市未发展啦，人口一直萎缩啦。好啦，你中心文创，你那个创一间叫迄个文化局长啊，叫人来投资，你想送要去买啦？开几间啊，送要去买？好啦，你十五间送要去啊来买？没有特色嘛？中心文创还佫十九个咧，还佫十九个，请十九个。你啊看，开伊讲摕工程费用开2亿啊，对？买啊这个啊，我是讲希望讲。钱百姓的钱，好不容易咱县政府欠人真侪钱啊！咱这个钱爱欠，袂使乌白开。啊，你呢？你的政府哦，照政策哦，像这款的，绿色执政保证保证啊，绿色执政挂保证，啊，结果也无啊，也袂当我议员安尼讲啊。你看，二十年啊，搁一讲，搁同款，还搁袂成功。科技线都好啊，你啊，恁有去组织就去找啊。找厂商来嘛，恁也无啊，也无听啊。我希望针对吼，人的都市，你去大陆你也看，人的发展一看那叫发展起啦，那了之啊，对，啊，政府就是。哎，讲了真好了，好，咱继续请多谢哈，咱继续请。登记顺序第五顺位的江碧华议员跟吴秋林议员联络咨询，好，请开始。我馆长，主副馆长，啊，甲以及咱所有的以及主管，以及咱在座各位同仁，吼，大家早，大家早安。拄啊，咱有两位咱的议员有伫咨询，关心咱宜兰县各种的这个。应应应急的代志，我等下甲吴议员吼，共同要甲吴馆长你来探讨，因为你的背景，你毋是民选的馆长，我相信应该没有一些的包袱了吼，可以甲你共事已经迈入第二届，已经迈入第七年，我想在这个共事的时间。我要请教吼，你在施政报告内底一直强调，就是讲你的行政团队，你要安那来，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哦，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然后政府是在为人民来服务人民，而不是处处来刁民来为难老百姓，是要造福人情。从你这个施政报告里面，你有创新的吼，但是你内底你讲要来落实考核，提升宜兰的行政效率，加迄个执行力，让人民能够感受到我们是一个有作为的政府。我要举一个例讲啦吼，宜兰县政府在过去林昌源时代，我比这个东西，这个举例都有。伊个任期内底，包括各乡镇，总共有4055件，4055件，
这是伊任期内底吼，在你的代理这个中间，也是讲即马开始，早起我嘛甲你报告过啦吼。人民农民申请案件，按照咱的这个公文的行政的流程，都有一定的标准程序，所谓就是 SPO 的制程。我们不晓得，我们有计划室，我们有人考试，我们有人事室，也有所有的单位，还有一些的，所有的一些的所谓啊，帮忙这些的协助相关单位。我单单这一张的公文，早上郑同事给我一个公文，可以看出我们是一个如何一个行政效率，你上行没有效打，你拍拼几百步的。啊！你的下跑，你的下骹手啊，包括你的处长，包括你的科长，甚至于上班员，有甲你同款的想法无？有没有一致性？脚步没有一致。从这个受理这个农民的申请案件，延宕普通一个申请案件，馆长正常之下，应该多久来完成？处长，我请问你。感谢主席陈议长，那谢谢那个江议员的指教。一个案子大概从挂件进来到28天。好，你请坐。你说正常是28天，那这个案子前前后后为了一些的，我想在受理的时候，你的第一关就是承办人员在收这个文件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稍微审视一下？这个不用30分钟的工作就可以一次告知清楚，你来来回回，总共从105年11月24号到了今天几号？中华民国106年5月19号，这就是你们的团队，是不是要怎么样来教育你们这些的所谓的处长、科长、承办人员？人民有感吗？非常的痛苦啊！一个70、80岁欧里桑，我请问你甲看，这是不是农民？是，确实是农民，做甲一份书，拍甲乌鬼鬼。啊，是安怎？一张文不照，你写了把头一次告知明白，要让一个老人家一而再、再而三，来来回被退回几件，这就是恁的团队。我没有去接人，我是讲，我管你，你在各管区。咱有服务，你的绩效、你的风评值得肯定、值得赞扬。但是我希望讲，你在宜兰县，因为你嘛宜兰人，特别对咱的故乡，免啊，甲咱宜兰县提升咱的公务人员的素质，提升咱的政府预算的执行力，让咱的百姓有感受到。这官僚，你认为可为吗？馆长，你请坐哈。你我们讲完，你再起来回答好了。好，谢谢。那馆长哈，通过江议员讲到的这个我们的执行力的行政效率哈，那我这个地方我就要站起来讲一讲我们罗东的文化工厂的这件事情了。哦，那文化局长，你是不是要先？我还没有讲话之前，你先报告一下我们文化工厂那个市级的一个问题。你约略的跟县长做一个报告一下，简单一点。好，谢谢吴议员指教关心文化工厂的三摊的一个事情哈。我们近期也一直在努力进行这件事情。最近的一次是在4月11号，我们有请到那个吴旺生会长，他代表剩下的6位摊商我前提先讲一下，我们总共有112个摊商，当时。面临到成功摊商问题，然后之后我们经过辅导跟沟通，他们领了一些辅导的一些金额之后，现在剩下6摊还在持续沟通当中。然后最近的一次是4月11号，我们这边有跟吴会长这边做沟通。那这几天我们持续也在做一个了解哈，剩下这6位的摊商，吴会长本人说他不能代表其他，但他个人也很愿意接受辅导。好了，局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请坐。好，谢谢。县长。这件事情我稍微简略的一点讲一下哈，我们宜兰文化工厂自102年开馆以来，
我们的对这一个摊商之前还没有设的这个，在没有文化工厂还没有盖之前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摊贩，将近300多摊，后来变成100多摊的这些摊贩，本来答应给他们在这边文化工厂旁边有一个文化市集，啊，但是当初这一个规划公司在规划的时候，文化市集的这一个摊位并不足以容纳这么多的这一个摊商，所以经过了无数次的这一个讨论跟商讨，然后呢，有一些摊商自动的，就是他就放弃了这一个摊商的位置，然后呢，我们文化局呢也花了非常大的一个功夫呢，请了一些专家学者，针对剩余的这些摊贩，给他们做一个评审。你们要做什么工，做什么的一个摊的市集，怎么用做文创的市集，他们做一个报告，然后跟这些专家学者做了报告以后，专家学者针对他们的这些的这一个将要做的属性，给他们留或者是不留，给他们一个建议，就这样子一直下来，留到最后剩6摊，啊，他们也接受了，他们也去受训，准备要来接受来开业营业这一个文化市集，结果在今年的2月，宜兰县政府给了一个公文，文化市集不开了，你们是准备想办法去，你可能去想办法了。我们基于信赖原则，一路这样，我们这些摊商一路这样走来，给我们的这一个业者，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你们好好做，我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位置，而且你这个你所将来要做的，绝对是对这个文化工厂是有帮助，有能够提升这文化工厂的营运。结果对县政府的信任到现在是这样子。那我之前有请县长，我们是不是来坐下来讨论？因为他们认为说，已经把村党给你啊，因无拉拉啦，啊，县政府嘛，伊讲这6个无差啦，你嘛我嘛要哎，无用个左卡亲你六个，所以就把他们放掉了。我们的人民这么信赖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这样对他们吗？县长，我跟你讲，你了解我意思吧？啊，你能不能做简单的一个回应？一次了哦。今天这是第3例。这个第3例也是一样，关系到文化局的案例。我们好不容易在东区有一个杨大，我想杨大这个过程大家争取的非常的辛苦，等一下杨大再来说了哈。我举一个李科勇纪念图书馆来说，我想副县长应该有印象吧。104年9月7号，我们有订立一个合约，甲乙双方，我们不晓得哈是什么因素，在106年2月3号又重新订立一个捐赠协议书，是甲乙丙三方。这种重大的改变，而且那一块土地面积高达6600多平方，等于2000多平。我想在目前阳明附近的这些的土地，地震处那边标售最高都达到48万以上，私人买卖都超过50-60万。这一块的宝地，当然李克勇选中了这块地，在选中的过程当中，我们非常的质疑，因为那个门口就是急诊室，每天急诊室车流来往的地方，你刚好你选中那个地方也罢了，然后你竟然在106年2月3号，你要给宜兰市公所，理由是什么？是因为委托的建筑师理念不合，处不来，所以我们要转给宜兰市公所。转移给宜兰市公所来乘坐，就降为管建物。这种重大的改变，包括在选地，包括在整个规划，包括在整个各方面，你们不管是前置作业的人也好，或是后置作业承办人也好，这种重大的改变，置于地方也不顾，置于地方的名义，反正就不甩你，我关起门来做我的事情。我那天在文化局集审的时候，我请问那个局长，一问三不知。这种县政府团队，我真的是要给这个的
以上包括我原讲的文化局，这个罗东的文化工厂，我拄仔讲这办款是文化局的业务单位，这李克勇图书馆，过来就是我拄仔讲农业处，这三种的案例，都会当讲出讲咱的县政府这个团队，咱县政府包括的执行力，我相信管理，请你简单答复得。啊，大会主席陈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啊，谢谢江议员以及吴先生议员的指教。啊，对于刚刚江议员所提醒的有关执行力的问题，啊，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呢，我们对所有的案件哈，包括这一个公文申请案件，都有在列管。那目前列管起来，感觉上就是农业处这边的。农舍跟相关设施的申请案件确实有慢哈、哦，那这部分我已经要求农业处的处长陈处长应该要接一个亲自的去做一个这个专案小组的审查的工作，不要只有这个靠承办人来处理，因为我发现承办人有时候他在认知上面、法令的这个解读上面好像有一些不同。那么自己都没有很清楚的话，恐怕很难跟人民之间来做一个沟通。那这个部分我已经有要求，甚至有要求说，你处里面有困难啊，我们的秘书长还有我这边呢、啊，都可以来亲自来协助，从审查当中啊，从个案当中来发现问题，那么也帮这个人民解决问题，那么也同时也借这个机会训练我们的同仁能够多认知一些。法令上以及处理上面的一些观念哈、哦，我觉得这部分会来继续的加强。那有关李克勇图书馆这个部分，我有了解哈、哦。那么当时编列预算书由我们自己做，那么后来变成要由公所。那我们有编列预算过，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需要跟议会之间有所沟通，因为预算编列的过程当中，曾经在议会有审议过。有变动的时候也应该要有沟通一下，我想这个部分我同意应该这样来做，哪里有这个不足的部分我们会来检讨来加强。那另外有关这个吴议员所提到的文化工厂摊商这个事情、哦、那么我觉得如果以前有承诺说这 六个摊商要给人家位置，那么今年二月突然间改变的时候应该要先跟人家沟通一下啊、不应该结账公文，这个我们来了解看看、啊、因为现在到底适不适合在那个地方再设六个摊商，这个是值得可以讨论的。那么怎么样才适当、啊、如果觉得不适当，那怎么样跟人家做说明，我觉得应该要把它沟通清楚。县长，我这样觉得啦、哎、你既然前面从102年到现在一直在持续，每一年只要吴秋林我们宜兰罗东镇的议员提出这文化工厂的事迹的时候，文化局就动了一下，动了一下，把这些摊商再找来，他们就必须把他工作放下来跟你开会，开会开到现在106年2月说我不用啊，我是觉得基于信赖原则，你把我们的人民的这个信对政府的信赖是不是都踩在脚底下了？你敢生没安我不用啊？啊，那前面他们的努力是做什么？让他们去受薪是做什么？准备要做这个一个文化市集的这个努力的动作。他们是在你把它增效的嘛，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不可以说，我跟你说明好比赛啊，他讲胜的都没胜啊，不是这样子啦。所以我说应该大家要沟通一下、哎、我们这样的一个转变什么因素，那么怎么样的一个对人家交代应该要把它沟通清楚，因为前面的大会周章也请了很多的专家学者、嗯、建筑师也画了图啊，到现在说哦，不会胜啊，不是这样子啦。啊，对，这个我也邀请我们再跟他们来做沟通。请你县长哈、哦，在、哎、最起码在一两个月之内把这件事情做一个决定。好，该给我们一个怎么样一个报告，或者是怎么样给一个安置，好，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有被受到重视，这样好可以吗？好。我希望县长哈、哦、在会后哈、哦，针对李克勇纪念馆106年2月的内容的协议书，我手上有哈。哦，希望由宜兰县政府来主导，然后呢，邀请相关单位，包括地方何尝期待？因为东西完全没有图书馆，没有一个大型的活动中心，没有一个合法的真正的一个社区中心，完全没有。
地方是期待已久，期待大概二十多年，我做民意代表也二十几年，希望这件代志馆长会当亲自来主持，然后呢要主持进程，希望相关单位，包括社会处、计划处、财政处、建设处相关单位，就是再来就是文化局相关单位共同来研究，符合地方期待的一个真正多功能的图书馆，而且能够结合地方的社区的发展的配合，请主席列入记录。好，列举大事项。这个多久的时间，馆长？你说开会是吧？对对。开会，我们在一个月内来开。一个月内，好，那就给我哈。好，谢谢。啊，再来。政策的衔接了哈，你的施政报告里面，你要延续宜兰经验，来落实林前县长的后续的，不管是五大的列管平台也好，或是十二项的县政目标也好，延续宜兰经验，所谓宜兰的经验是啥物？我写馆长，你简单答无？当然你内底有写了哈，简单有写要幸福宜兰。丁丁，你也当用简单来表示一下。所以很多人提到宜兰的价值、宜兰的经验啊，我想各自解读会不同。那我个人的认知是，我觉得我们宜兰有宜兰的这一个永续，以及我们对于追求完整的一种坚持的这一个精神，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跟经验的这样一个传承。馆长，你请坐哈。确实，您说的，身为一个宜兰人，我们很以宜兰人为荣啦。虽然讲我伫花莲出世，但是经十多年拢伫花莲出世，但是后来在后面的阶段都是在宜兰长大，然后生活。身为一个宜兰人，我相信在座家所有，不管是咱本身就伫宜兰出世，还是越往越来，对宜兰人都这一个南宫好山好水，然后这样的一个风情，大家拢引以为傲。但是呢，慢慢的最近，我们一直觉得，我们都一直认为，有一些人把宜兰当作我会记得我娘家爸爸就笑我讲，因为宜兰攀呐，被骗了都不知道，被耍了都不知道。就像我刚刚讲文化工厂那些摊商一样，那些摊贩一样，还有我们看到的去年的这个地价税、房屋税的这个部分，还有我们的那个农舍的这个新建，感觉上是还是一直鼓励你，好，那么我们呢也很愿意的去配合我们的县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啊，管建户好难有一个希望，让我们宜兰更好，但是结果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因为既然要给我们的宜兰人又有荣誉感，有这个幸福的感觉，就应该要落实这一个。当然，林县长的他的政策里面不是全然都不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在这个政策的执行上面，确实，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了那前面上就是我们的上面的这个政策，下面的执行并没有很落实，而且让觉得是非常的粗糙，啊，所以。您是这样四五十年的这个公务四十几年吧公务人员的资历，我相信你不是政客，你不是政治人的这个立场呢，你来执行这些政策的话，确实是能够考虑到人民的需求，这样子才是我们宜兰人民的一个福气啊，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在这一个政策执行上面，我们在这一个衔接里面，我们今天列了七项，这七项里面当然有蛮多的都是之前我们的宜兰林县长他所提出来的，有他实行的被人家有诟病的，但是呢我希望在您的手上能够有一点子转环，能够想到人民的需求，能够人民想的他的想法，就像您说的以人民的这个立场来考虑这些事情。那前面的地价税，因为我们在这一个还有一个房屋税的部分，在我们的这一个资料里面，全国的各县市的房屋标准单价里面，从103年到105年的这样的这一个标准里面，像这种三楼 RC 造的这样的每一平方公尺，既然与我们宜兰县市全省包括六都是排名第二，我们有这么高价位吗？所以这个东西我不晓得。
我当然这个是专业的这个考量啦，或者是物价的考量，但是以你的专业来看，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吗？我们要不要做检讨？一并啊，如果要探讨这个地价税，地价税的困扰，第一个要从财政部去着手。你们税务局这些的旧的电脑真的是要更新，地价税不是像个人所得税，现在财政部他是用采用个人，比如说吴州城县长，你的名下有多少土地，采用的是累进扣税，累进的话坦白讲何德何能呢？我的土地为什么用采用累进扣税，这种采进的计税对来百姓来讲真的是负担非常的严重，这个是造成今天的地价税让民怨四起，这个第一个要去检讨。第二个，我们所谓的地段，你们在第一线地震事务所在评估第一线的时候，这个地价税就用地段，所谓地段如果是面临公共建设都完成，当然以过去是要扣除这个工程设议费，现在这个已经取消了，取消的话现在是房地合一也贴近了所谓的市价，这个税已经大幅的提升了多少？我们希望从第一个我刚说的个人累进，这个应该采用建议财政部要做一个全国一致性的修订，我们税务局宜兰县政府应该把不该用的这些的电脑重新要把它更新。第二点，我刚说的地段也要一样，现在都已经房地合一都有实价登录了，不必要再采用什么地段这些的税率的这种计算，这是技术性的问题。希望地政署包括都市里面的所有的宜兰罗东地震相关单位，这个要去做一个申办检讨。那刚说的，我们宜兰县从104.7万，我们调高到每平方6600，电个一平外面20000块的这个啊房屋的标准单价，就是扣税房屋税的标准。我们议会通过的几栋偌济，超过几栋以上有一个累进，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超越其他的县市，我们那是上官的，那的百姓边境的所得在偌济。那一天我执行了我们的啊，包括主计处答案都多少，那你平均所得多少，处长你答复一下宜兰县民的平均所得30076元。好，请坐。咱宜兰县那是边均啊，30000几块的啊，各位中低收入户呢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在整个征税的时候是不是要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考量，如果他非常的富有，王永进当然他不在乎，如果他是街头的这些的游民，何德何能啊，非常的可怜啊，连个房屋都没有地方住的地方，我们社会是有没有去安顿他们？我们这些的所谓现在长照2.0要推动了，有一些的家庭，一些的包括弱势团体，包括有精神障碍这些等等的家庭的负担，我们做得到吗？这些最需要关怀的地方我们有去关心吗？我们每年编列这么多的社会预算，包括财政的回馈金钱花在高额上，前天我问了社会处单独一个单位就73家这些的私人机构拿了1亿多，1亿多就花在这些的人的是哪里？真正落实要拿到的人是谁？我希望宜兰县政府是一个有为的政府，是一个倾听基层民意的一个政府。我们能不被算计，能不保啊？纵然你觉得我吴泽成有使命感、有责任感，我想再拼、再干4年、再5年，我们议会绝对支持你。管定，你有这个票留不？请你简单答我。我想我把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我会努力把它做好。县长加油哈！那刚刚提到的这个我们的福利的那地价税的部分，那我们要来看看我们的交通的部分呢。其实每一次在总咨询或者是单位咨询的时候，交通往往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
交通不便的话呢，对我们的人民的这个生活，或者是观光客的来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公共交通不便利，还有塞车、交通建设推动慢，这一个在我们的民意调查里面是占了蛮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我们的交通的问题里面，短中长期里面，我不晓得。我们的短期的这一个计划，因为看到我们的这个在我们提供的这个建设处提供的这一个交通的问题的里面，我们的短期、中期、长期的这些的交通计划里面，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怎么样如何改善我刚提到那些的这个因素，哦，让我们的这一个我们的不管是在我们的宜兰县民。或者是我们来从外面过来的观光客，对我们的交通有怎么样？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乡亲，只要听到我们的这个直线铁路，他们就说啊，选举过要到位啊，哦，所以这个好像变成是有要选举的时候，将近四年提一次，啊，结果呢，选完了以后又过不去啊。但是事实上，其实现在我们有没有在努力？有，但是努力。我们没有感觉得到，啊，所以直线铁路好像对我们来讲，好像对宜兰县民来讲，不是那么的放在首要，所以我们不是说把它放在长期，我们是要把它放在中期的地方。但短期如果怎么样子来让我们的宜兰的这一个交通，不管是它的塞车的问题，或者是这么不便利的问题，我们说我们的设施上，我们怎么样的来改进？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我们的这个整个组织改造里面，在我们的建设处这边也这样的一个交通运输的这一个规划，还有我们的公共运输的这个科，还有我们警察局这边也有这些东西，我们真的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的，好，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子来做才能够让我们的人民感觉到，其他我们都都努力了，但是交通就是不好。没有办法做，让我们感觉到真的我们有在努力，让我们的交通的这一个塞车啦，或者是这一个设施上都有能够做改善的一个空间，有在努力。我们怎么做呢？你简单说一下好不好？谢谢委员的指教。有关交通问题，对宜兰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最近媒体有在问我说520。小英总统一年到了这个时刻啊，问各县市市长、县市长说有什么一句话要跟总统讲，我还是那一句话，我说请总统关心宜兰的交通问题。那么对于长期来讲，没有错，对于直铁跟铁路高架捷运的话，这个部分确实是长期必须要解决的，但。如果没有开始，就没有到达了一天。所以虽然是时间还要可能完成要十年之后，那现在必须争取去把它核定下来。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在努力的一个目标。那也不能等待长期，那短期要怎么办？中期怎么办？我同意应该我们有，其实我们都有整套的这一个想法跟规划跟做法。那这个也不是今天才讲，我们已经有努力一段时间了，包括我们对于中期性的这一些比较重要的就是。接驳怎么样在根本性还没有解决之前，那么怎么样让这一个来宜兰的这个旅客啊车次啊能够减少，但人不要减少。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要去鼓励我们来的客人呢，那么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那么减少开车，那这样就让他车少人不少。那怎么样让他使用大众运输工具？所以就接驳就很重要。所以跟以及长途的客运就很重要，所以长途的部分我们现在争取说，对于台北都会啊来宜兰的能够多点的，到每一个台北都会去现在都有捷运对不对？到每一个这个以前的县的这个乡镇啊，那么各个地区的那一则这个捷运站的出口地方多设这个发车的点，到我们宜兰来，那这样来分散这个需求。那么到宜兰来之后呢，宜兰下车之后，包括火车、包括汽车这个客运接驳出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让他可以到达他想要去的地方。啊，这个部分我们也有整套的规划，
那么再分别再进行。那对运具相关的这一个公共运输工具或者是租赁工具，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也顺便跟议员报告一下。最近昨天也在提到说这个Uber 的问题啊 ，Uber 的问题。那这个现在我们昨天我没有时间说明了。现在这个有时候变化，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在我们正要发包的时刻，宜兰这边那罗东还在规划，就现在跑出一个这个 Vbike 跟 Obike 出来，他没有不用政府的钱，他直接就可以做，我们也禁止不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现在这个案子恐怕会稍微缓下来，看他怎么发展。那我们担心的是说，你这个自行车可以这样的营运，那么只要你公司有登记，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禁止，但千万不要造成给我自行车乱丢，造成我的市容的观瞻，那跟交通交就那就糟糕。所以这边我也提醒我们的建设处跟这个警察局要预为筹谋，那么来应应这个事情。那个县长，你刚说的哈，短程、中程、长程，以大车、大客车，然后再来接驳，然后到了我们各个乡镇，我很活跃。我提了两次了哈，我不晓得我们的公文是流程是这样，这是第二次的回文。我们每天上下班，管你有机会，你去那个咱的高速公路再转为那个停车场遐，咱每天有偌济，我们宜兰乡亲。每天早出晚归，上下班，无论是你请坐哈，无论是内湖科学园区，或是到新北市、台北市等等去就业的这些的上班族，他们每天提了两次，还是交通这个建设室还是这样子，糊弄，完全没有具体的，不管是结合台北市政府也好，或者是这些相关国光科研也好，这些都是要去做啊，有没有召开这种协商会议？完全没有，只是留于这个纸张的公文形式。每天早上抢这个九点上班，从五点或是六点下班，要怎么挤破头拿回宜兰？这样子的，这一个国光的客运啊，这是当然在内湖，其实国光客运它有路线。我们希望要有一个有为的政府，要让人民感受到。我这个公文这是第二次啊，每次提案或者执行就是一张公文。就了事了，代表就结案了。你刚说的你要做，可是也没有做，你的处长都完全是置之不理啊，完全没有动啊。我们希望在有限的期间之内，让人民感受到，尤其这些每天早上早出晚归这些的上班族，我们如果来加开大客车，就是礼拜到礼拜往台北的、往北去的，能够搭上车。礼拜六、礼拜天的这些外来游客来到宜兰不塞车，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事情，因为我们宜兰的就业几率不高啊，一客这边发臭啊，做些汽车加电厂啊，在还没有就业提升之前，我们人口是倒退之这种状况之下，吴县长，你别那机会来扭转乾坤，在有限的期限之内，造福我们宜兰县民，这个是才真正的重要。在请咱的建设处长了，林国民处长，我希望你卖杜姑了，注意听了，把你录影带调出来很难看，真的是。我希望你们的县长是在这边拼命做，你贴在边上的刚刚好像很轻松，听着就打瞌睡了。这个事情就交代给这个林国民处长，什么时候能够让这些早上九点赶九点上班的，晚上下班的这些的，每天礼拜到礼拜五，我们这宜兰的乡亲的这些的子弟，请那个主席列入记录，给你的期限了。县长，你刚提到的那个 Ubike、Vbike 跟 Obike 哈、哦，那当然，县政府他我们本来规划的是所谓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啊，当然。我们希望给我们的乡亲、我们的县民是最好的、最方便的，然后对给他们也是最有利的一个系统。所以不管是Ubike、Vbike、Obike， 或者是 Anyway 了 ，iBike 嘛，我不管你，反正只要是对我们县民好的，这都是我们要去做的。但是千万不要有什么什么被骗，或者让导致我们的这个百姓违法的这样的一个引诱他。所以我们希望
县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要做好一个监控跟督导的一个功能，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一个业者要在这一个地方执行的这样的一个 bike 的话呢，它也我们的乡亲能够用得方便，然后呢外来客他也用得很高兴，然后这也解决了我们交通问题，这就是我们很愿意做的。我们难免就去开机，但是对我们的乡亲能够解决我们最重要的交通问题，这才是我们的首要的目标啊。所以现在宜兰市这边的这一个 U-Bike 这一个部分，现在本来不是说明年要执行上路开始了吗？现在没有了，本来正要准备要发包，那现在发现这个问题，我现在要求暂时等候一下。那我们去年编了2000万，按照这个项暂时。那罗东部分的呢？观察这个部分的状况怎么样？罗东地区的呢？也一样，他如果有进来，罗东的规划继续在进行。他们在我们罗东地区的这个拆的那个环境评估，还要再继续做吗？他们这些公司可能重点放在罗东跟宜兰这个地区。对，因为这两个地区的这个人口密集度比较高，对对，所以他比较就有这个需求。对，那我们希望说，马进，咱有私人机构去做嘛，马进。但是我讲，咱卖好人工啊，了，这义务要来本来一起讲免费的，结果啊，佮收起来佮比咱家己公部门做，佮较悬，绝对不能这样的一个情形。然后呢，我们希望说，马进，你不爱收钱嘛，马进，但是能够价格能够降低。然后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两个地区的一个交通问题，才是首要我们要去督导的，哦，希望能够赶快能够让它能够执行，能够上路，好不好？好，好，哦，谢谢。县长好，你请坐了。毒品的防治我们不简单了哈，今年我们是得到全国就是。包括丙组在内，我们是总名次是第一名。我想县长应该有到警政署接受表扬吧？有没有？我请局长去接受院长的颁奖，让他有荣誉感，他会更努力。好，这个值得暗赞的地方了哈。但是有一件事啊，非常的遗憾，这里有一个统计表，那个你把这个秀出来哈。我手中上。有一个统计表，我想要马儿回，也要马儿要去吃草。公益倡议是，你没有给他力气的话，他怎么去做一个好的那个绩效出来？我们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调查资料，各个分局的车辆的总数，我请问一下，我们财政处或者主计处，我们的车辆折旧年限、使用年限多久？答复一下。多久？你六块加了？报告议员哈，那个机车6年，那汽车8年。好，请坐。这里一个统计表，所有的警用的汽车了哈，宜兰县各个5个分局很公平的哦，全部宜兰市16辆，罗东12辆。礁溪15辆，然后苏澳8辆，然后山西9辆，总偷的是汽车是60辆，一零。然后呢，最使用率最高就是警用的，就是巡逻机车。超龄的一零，宜兰超过80%，然后征完机车是一零100%，宜兰分局是一零哦，110辆，罗东分局是109辆，礁溪79，苏澳64。三星分局30辆，总加起来将近600辆的机车，是一领的机车。我想这种工具在，尤其现在在缉毒或者是在追这个歹徒的时候，曾经也发生过这个汽车翻的，好像已经有造成车祸的发生。这些的人民都保姆，虽然他们是为我们老百姓在冲锋上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更好的对他的人生的保障，还有为了这种追溯，这种汽车老旧，万一有什么事故发生，老爷车没拿去跟少年，没拿去拼命，没拿去认，这个问题，县长，你看要怎么来处理？县长，我讲一下好不好？现在很多的那种少年呢，
犯罪的哈，因的车哈，卖讲玛莎拉蒂啦，用迄个 B M W 啊个面子的，啊，咱用迄个好了好了。哎，这五路91年配发的，宜兰市有一宜兰分局有一部是91年配发的，到现在已经几年啊，15年啊。嘿嘛，开上迄个路吼，哎，到时开到尾啊，都恁啊做恁啊，哎，杭州拉古做杭州拉古。啊，我不晓得他怎么样子来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啦。哦，当然警察的这个工作，他们是非常的辛苦，非常努力。但是我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咱没有爱好上战场打仗，你要爱好精良的武器啊！阿麦讲上好诶，我无讲叫你来配了 B N W 给伊，无要配面子给伊，但是最起码，哎呀，不要再玉林的，哦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你干五干，我江演，我们几个演的好弄，无我来个签啦。我们基层建设，个签上无上机嘛，各个分局咱个一人个一代一代个一代个一个分局个签一代啊，好因能够解决一点燃眉之急嘛。啊，那现在我这边嘛，未使无咧。我们这边让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问题解决？因为，宜兰分局上旧的是91年的，啊，罗东分局是94年的，啊，大溪是94年的，苏花分局是92年的。三江的92年，我想在座下所有人家没有一部车子是在比他们还老的啦。啊，这个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县长，你说一下好不好？啊，谢谢我们吴议员跟江议员对我们同仁整个执勤业务需要的工具的一个关心哈。那我完全同意两位议员这样的一个看法跟建议。那我这里要说明的是，从财产的这个可报废年龄的年限的这个部分啊，它应该是一个最低的一个界限，那么并不代表说到这个时候就不能用，所以我是一直要求我们比较关键的，像警察局跟消防局长，你应该要好好去看实际，如果已经是不能用或不堪用的时候，甚至影响到安全的话，该换就要换。那因为你完全用这个财产的年限恐怕不太准确，譬如说消防车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它大部分时间是在那边等候，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人来看的时候，就恐怕就不是用年限直接就可以决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实际状况啊，不能让同仁啊骑车或用车有危险不堪使用，这个我们绝对是支持到底。我希望今年度了哈，无论是前瞻性建设计划是不是符合他的要求，他的内容，应该专案向警政署我们来向中央争取，把这些该填补的，包括人力跟警力，还有他的一些的交通工具，应该要一并的。我想县长应该带队去向相关单位来去争取了哈，我们来期待。当然，我们议会我们会抛砖引玉，今年度我们就马上去执行。好，我们会结合我们议会的同仁。让每一个分局都有一个最快的速度，包括汽车方面等等，我们会来马上去执行。再来就是我们关心我们所谓的全运会的准备。我想全运会准备，副县长应该你是老鸟了哈，你也担任过体育署的副署长，你的资源应该是相当的充裕了哈。当然现在已经如火如荼在一些的在准备，那你的团队还有你的各方面，当然我们都议员都非常的关心，因为这次相隔从尤其坤时代20多年，我们这一次再来承办全国运动会，也让宜兰县一个非常好的行销一个机会。我们要如何利用这个全国运动会的这个期间，从开始到结束到 ending， 如何来行销，包括宜兰，包括不管观光产业，还有各方面我们的人情等等，还有最重要，我们在全国运动会里面，如何能够创造一些的佳绩？这是要你要答，还是要馆长答？副县长答了。副县长，你答一下。大会主席陈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全国运动会已经事隔25年，81年叫做区运会从民国88年改成全国运动会。那最近几届大概都是直辖市在办的。我们3年前跟台南市PK， 我们是平票，后来比场地器材我们输了，
所以有台南市来主办。啊，台南市因为今年他要主办世界的少棒锦标赛，他们又放弃了，所以教育部体育署啊就拜托我们来办。啊，所以当初我们是没有选上的。啊，我们的资源确实不够。25年前，我记得那时候我当体育会理事长啊。啊，教育部啊给我们金昌门是6000万，我们争取到资本门是3亿9000多万。那今年呢、啊、教育部给我们的金昌门还是6000万，给我们的资本门啊是3200万。我看了以后真的吓了一跳。好在最近我们很努力，包括我们的县长啊他都亲自啊到部里啊去争取，因为部长啊也是我们宜兰人，是壮威人。啊，署长也是我们宜兰人。啊，最近我们争取到了这个，除了他第一次拨了1070万给我们，那最近又核拨了，又核准了，还没拨下来。啊，这个罗东的棒球场是2400万，宜兰运动公园的整治跟东山河的挺库的2800万，还有一个南向的政策又多了一个500万。应该最近这几天也会核准给我们，啊，还有一些的活动，那等到更成熟的话，我会跟我们的议会来真实的报告，因为现在都在筹划之中。副总，我觉得我们宜兰县为什么接受到这么样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其他县市不办，他来肯，你请坐，他来拜托我们做，这刚才您到位请人去。刚才叫你请，咱看起码嘛，厝嘛要整理一下嘛，你菜嘛要准备一下嘛，你服装嘛要准备嘛，这些最基本的这些的经费，坦白讲，现在中央行政院副院长是林希耀，教育部长马宜兰人呢，体育署林道虎呢，佮加上你的。过去你的老人嘛，宜兰县历届来唔捌这么多中央，人讲中央有人好办事啊，是这种办事吗？是给我们这种待遇吗？而且已经10月要来举办了，现在已经5月份了，经费还搁在，搁一步一步，搁在咧拨，要强有力，什么时阵爱来，爱到位。因为很多的，我们坦白讲，我们都是利用这种机会，一些老旧的黄色教，不管教室或者一些学校，或是体育场等等，我们坦白是靠这些来挹注、来改善，而且包括是硬体等等，这早就去年就应该要执行的。这么来一个新的教育处长，我想他对物理看的话，也完全不懂了。好加在你倒转来，才有救了。我这个全国运动会10月我们才帮他办的。我们依然是因为去年都非常关心一个专案，你听我讲好不？我两门也再来。好、我希望你啊，好好的把握你的人脉，把握我们跟中二这么多的人脉，积极的由县长领队，咱该欠的所在积极好，以上。谢谢我。我们讲完他好不好？那县长、副县长哈，各位，刚刚你提到了。第一，咱88年的时阵，那个区运3.9亿，我们中央挹注，那个时候中央是，我今嘛给你分蓝绿好了，当国民党执政，他给我们的3.9亿，今嘛没出席，我们这一次的全运会给了多少亿？那个时候的3.9亿应该不会少于现在的10亿吧，对不对？那个时候能够拿到3.9亿，而、中央补助那个另外一回事。但是目前我们拿到的有两亿不？还没有看到呢，所以我不晓得这样。当初我们跟台南 PK 的时候，你就讲说，因为我们的场地上没有办法跟输人家，所以我们输了。但后来让牛兰，我们要接这个东西，我们就应该要有心理打算，我做哪些改善，我需要什么经费？就那就来讲，那你起码。咱起码宜兰这个运动公园的体育的那个游泳池，因为要盖运动中心拆掉了，那就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运动中心本来是应该放在罗东的。我相信咱的管教令副管教令应该怎样？近前
咱宜兰县有两个比较大的运动公园，一个在宜兰，一个在罗东。那罗东这个运动公园当初有没有体育馆？有。体育馆拿去哪里呢？拿到罗东国中去盖了一个武术馆，所以罗东的运动公园就少了一个体育馆。那宜兰有没有一个运动公园？有没有体育馆？有。好，那现在因为为了到那个 K 南 K 北，还有一个 K 南就本来有运动公园，所以当初有规划一个运动公园，结果一些的这一个政治因素又把它抓到这个宜兰这边来了。罗东 K 南这边就没有运动公，没有那个那运动中心的，没有这个文明运动中心。所以昨天你承认说你将要在前瞻计划里面去争取，但是这个是在后面，不晓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今年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时档啊。但是现在游泳嘛没有了，要到台北去避啊。啊，罗东的那个羽球馆，变成那个风雨操场，本来谢董事长捐的，在那个风雨操场，今嘛嘛无得去啊。啊，结果呢，我们的手球也没有办法在那比了，现在要回到这个宜兰主管场来比。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牵动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比赛的场次，这个都是在我们且战且走的这样的一个规划，所以我们全运会真的准备好了吗？我真的打一个大大的一个问号，我们没有准备好啊，急急无啦，丢爹丢爹无啦。我们现在说搭了什么？搭了台北的全市运的一个这个前场四大运的一个顺风车，因为场地没就滥用，好像还蛮沾沾自喜的，这个不是这样子。我们说准备好了吗？就是说当决定我们这边是我们场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规划我哪边是场地，哪边是我要用的，哪边要做改善的，而不是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县议会排了一个场地官那个去考察的这一个团队的时候，才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经过两三个月再开一次的时候，又发现哦不对啊，不对了，当初讲的不对，现在又怎么样子的？这个东西好像是一点都不是准备好了的这个状况。当然，我们的副县长是很有经验，但是不是我感觉到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十月份的这个全运会的时候，我不晓得真的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本来的沙滩排球一抓到高雄市去比，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希望我们还是要在能够陪朋友安。那每次一提公的话，我们是乡下人办喜事的这种心情，不是这样子。我就是准备好了，不管我是乡下人，我是城市人，都赶快，我准备好了，我怎么样来面对我现在未来的问题？这样才是能够我们把这个全运会办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首项那个嘛条件嘛。啊，这个不用再报告了啦，因为再报告不那个修等于啊了。好，谢谢哈。然后我们来休息一下哈。好，黑坤。
好，同仁请就座，我们继续议程啊。好，两位同仁请继续。我想大家都很关心的哦。啊，宜兰县的发展，不管是就业，不管是所有的一些的都市的发展，还有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啊，刚刚很多的议员也在关心。我们早期的，我想政府从大陆也好，或者是说光复到现在，或者是在日据时代所规划的都市发展也好，如果值得推广，我们继续；如果觉得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做一个及时的修正，这才是符合我们县长你说啊，这是。人在功夫好造行，好修行。啊，从这是宜兰市的哈，都市图。从有颜色的部分，有颜色的部分，就是我们公共设施的用地。那有一些呢，从民国早期的，无论是从日据时代延伸到民国，延伸到现在。有一些呢是一成不变，画设的，不管是四十五的时代、半世纪，或者是最近三四十年代，一个人的一生，他的人生有多久？你这样子画设的话，等于判他不是他个人哦，判他整个家族无期徒刑了，没得轻轻。你这种公共设施的推动。没人来去带动都市的发展，没人来创造就业，没人来带动人的百姓权益问题。现在是民选的总统，一切人民上大，人民是咱的头家，咱来谦虚，谦虚再谦虚，咱来谦卑，谦卑再谦卑。这是咱有为政府吗？把百姓的生命、财产、权益，伊讲真无简单。苗栗大埔。两百万补上去，重新在原地新建。好，这是一个有为政府，看到出他的行政的效率。但是我们宜兰县的县民的期待呢？他的需要呢？需求呢？我们县政府有听到吗？有同理心吗？管长，你针对他都要分析说质疑，宜兰区也好，宜兰县也好。在边境机关用地、公共设施，包括路地、包括学地，所有的包括宜兰河，你这么真关心宜兰河，袂使讲因为做保安，我甲你征收，出来伫溪底，我就歹操你啊！河川用地要起袂起，要建筑，水灾来全部淹没、泡汤，人民的之苦，人民的这样子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有为的政府。要安那如何，把咱百姓所求的，要来来短短期间用政策的，应该是用政策，要来如何研出一套可行的办法，请馆长，你简单答无？县长站起来好无？过劳动。那个罗东的部分哦。哎，罗东的部分，跟他因为罗东较小，但是呢，在这么小的这个面积上面呢、啊，它虽然是弹丸之地，但是人讲寸土寸金啦。对罗东来讲，这个咱的公社的用地的这个保留，这跟咱的迄个公迄、那个咱进前在讨论迄个保护区迄不赶快，像有一些的这种文教用地，有一些的公园用地啊，有市场用地。
那有些是荒在那个地方，它因为我们的在公社的这种设施的保留，我们有没有做再做检讨的个必要？不能再做这样的，又给它放下去了。就像举个例子，在咱的迄、那个铁路以东这边有一块地是迄个幼儿用地，那幼儿用地它也现在在这次的这个规划里面，并没有放到这一个西部计划里面做检讨，因为给我们的说给地主的说辞工，您这不能都是因为幼儿用地，啊，现在他要在做检讨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其他的这一个地主的权利。好，啊，我也吞下去了。但是，啊，我这块当时跟我们在做检讨，感恩的到三天，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政府在帮他努力。所以刚刚这个林基民议员他在这个他的 PowerPoint 里面可以看到呢，在罗东的这个生活圈里面，有将近34.7%并还没有不做征收被使用。啊，你每个横地下，你还是刚刚说它是市场用地、公园用地啊，对我们的这一个在地主来讲，情何以堪？所以希望我们县政府这边不要光只是说我改委安内都丢，你的公用地刚告起被用就搁讲，不是这样子。我们既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来想的话，我们就想办法帮他做解套，是征收还是真的就是他没有办法用的时候，我们想办法帮他做解套。因为我看到咱的劳动分局今晚无出席这地，我们就能够因为要配合第二行政中心，把那一块地利用我们的通往检讨里面，我们的都市计划的委员会里面，已经给变成机关用地了，商业用地了，这个公部门的地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变更啊，委员私人的地都无要紧，那个跟我无关的，不是这样子。希望县长这边能够听到我们两个的这一个意见，希望能够对这样的一个都市的这个有一些的公社的部分，有一些的能够不合时宜的这一个土地的这个使用，我们做检讨，好不好？请馆长你做简单答复。啊，谢谢吴议员。那么财产真的是天壤之别，非常的不公平。那么所以后来才改成整体开发。那么早期这样划设之后的公共设施的用地，那么我同意说应该要么你就赶快征收，不然一直下去也不是办法。那也因为这样，所以现在中央呢也在演拟要对这一些的公共设施来通盘的做一个检讨。那么如果确定已经时过境迁，没有这个必要性的话，应该怎么样去归还这个人民的这个使用权？这部分正在演绎当中，会来做通盘的检讨。我想在整个推动的起程啊，推动的起程是应该不能只单寄托这个建设处长，你这样的话，我看还是无疾而终了。你不能寄托在这个林国平的处长身上。我是讲实在话了，是不是要交办？是这个招选是谁要来担任？不会，我会来追踪，我会来追踪管制。好，请放心，请放心哈。好，我对你这个拭目以待哈，看你的行政效率。好，县长哈，那个刚刚说这个是由你来做主导。那这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宜兰饮食健康权的这个推动委员会。这好像召集的也是县长您，对不对？好，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一个组织架构里面，有没有教育组、有农业组、还有饮食安全组，还有一个风险监测组？那对于这个风险监测组的部分的话呢，本席这边有一点意见哈，因为我们在环保局做这一个单位咨询的时候呢，我有请环保局提供一个我们目前最近很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就是戴奥辛毒弹的这个问题，那我请他提供给我就是这一个有关于我们的这一个戴奥辛的这一个监控的这个数值，居然看到我们的数值是103年，啊，他都没啊，只有103年的数字而已。那这个，因为我们既然要做这个风险监控，不是说卫生局这边有发生问题的，有人吃闹塞，有人吃死去啊，咱再来做追踪。我们希望是能防范于未然，所以有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风险监测组。但是呢，我们的这一个戴奥辛的这一个污染土壤的污染也看的结果，我只看到103年的，
啊，104、105没有。所以，如果今天哪一天我们这边看到的，我们发现说依然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的时候，你如何去追踪？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土壤不可以有做这样的一个饮食的提供呢？所以，县长，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点有疏失了？我们没有去关这那个去注意到这个部分，还是我们这边绝对保证不会有这种这个污染呢？是请我们卫生局说明一下。好，不是，我这个不是卫生局。这应该是环保局。我补充一下哈，其实我们食安的问题有前半段跟后半段，从源头开始是农业处，无毒农业，或是推广有机农业，再来就是卫生局检验的机制，最末端是环保局污染的问题。环保局要配合怎么样？土地有没有重金属污染？水的有没有污染？环境有没有污染？空污等等。这些是要配合你们一个团队啊，不是各行其事啊。你要推展有机，当然现在有一些的成果是没错，但是我刚刚那一天我在教育局有咨询，我们现在少子化，很多的教室都是空荡，我们怎么样如何的活化这些的空荡的教室？宜兰县是一个天然灾害，最多搞洪灾、搞地震、做水灾。背水呢都没有这种灾难的时候哀嚎，我想这个怎么样善用这些的硬体设备？我执行的时候，我请教育处，我请那个计划处，还有人会处相关单位，应该要怎么样共同一个创造创新的一个集体做法，来向我们现在的林前县长、农委会主委争取一些的专款专用的，不管是硬体，现在都是科技。人才进驻有很多的，你不要说农业，林锡平是当理事长，你妈快吧哦！现在的优质的农民啊，是科技化，而且是用科技在生产，是国际品牌的。我们要怎么去创造就业？像这种宜兰的这种这么好的好山好水环境，这么优质的环境，为什么不引用一些国际品牌，包括用 LED 灯或水根？甚至于我们要善用这些的空洞化，这些的教室怎么去活化使用？馆长，你是学工程的，我希望这方面嘛也有一个真有心要替宜兰县创造咱的农民的收益，提升因的生活，嘛会当兼顾因一个永续经营，会当呢克服因那个平时啊风台期。菜价高涨，尤其我们各个学校在推有机的食物，一礼拜吃一餐。如果这样的话，让这些学校空洞的活化，依家里每个学校所栽种的，可以供给他自己校内本身的，就提供他的食材，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配套，何乐而不为？你们一直在想一些的什么？我们配套怎么样？处长、教育处长、农业处长、计划处。还有你们所有的相关单位，环保还有一些环保局相关单位，应该要一个跨局势的一个专责来推进这个问题，包括人的空间、改善问题、地塞问题，那个都是可以早期发电。大家都去澳洲去剃头，剃头都要坐下，有没有心得报告？没有，就是去观光。到欧洲先进国家，很多人昨天也在抗争，地塞比。超微早期可以发电的，现在都已经科技在这种进步到这种阶段，我们宜兰县啊，各位赶快跟农村的传统社会旧思维不为啊，不是不能啊，这就是你的团队。我希望说管理你所做的事情是应该以最有前瞻性，要创意，不是延续，你还要加上创意，带动咱宜兰县整个县民，咱会当所得增加，就业也嘛会当增加，咱的人口也来到一挂咱去外县市的，即个乡亲来倒转来宜兰，包括家人、新北市、台北市，甚至于新竹、宜兰县各地即个宜兰即个同乡会，遮尼济，遐人拢倒转来宜兰投资，来进驻宜兰，宜兰绝对有超越百万人口。这个才是有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我想我们今天议会在议员在执行，也不是说该天在职责里面，集结令
恁爱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思维。纵然在职进修，没有国际观，应该要跟国际同步。我们现在是在国际在竞争的一个国家，而不是在一直哦摆弃过去的传统社会。纵然环境我们要保证、要兼顾，但是人们的生活是一代比一代更幸福。管理，你做刚刚到。啊，谢谢江议员的指教。我觉得食品安全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平常生活上的必要的这一个啊这个项目哈、啊。那我们因为这样通过这一个饮食健康权的一个条例，那县政府也跟着这样去建立这个食安汇报。那这个部分是由我以前是在主持，现在仍然是由我在主持。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非常强烈的要求说，刚刚议员提到的没有错，从土壤、水，然后到生产的种植的过程，它施肥、用药，一直到甚至于生产之后，那么这一个洗这一个蔬菜的时候，那是不是水是不是干净？一直到这个市场上，到餐桌上，一系列，我们现在强调应该要建立这个标章的管理制度，然后呢？每一个关节都应该要做检验的动作，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成立了这个检验中心，那么这个部分我们特别要求说，在标章制度跟检验同时并进的时候，这样才能管控。我们不可能说每一项每一颗这个菜都去检验，所以必须是从信用保证最优先，那么自主品管到我们的三级品管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强烈的要求，那么掌握在先。一旦检验出来一次不合格，那就取消标章，让民众可以信服。我们这个部分会来把关这个。我一直跟我们同仁讲，这个生产的履历的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另外从这一个制造的这个部分，不是我们在地生产，从这一个制造端来的这个食物啊，也必须源头去做一个管控。那么了解它的来源，包括原料，包括铸造厂商有没有管控机制。那么到我们这边，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做这样的管控制度？李主席最近看到的蒸鹿丸还有虾味鲜，这些都是过期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这个检验再发现鱼鲜呢、啊、不要让民众已经吃下肚了，那根本就来不及。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在事先的制度的这一个管理管控跟发掘，那么让后面的使用，那么到餐桌上面是安全的，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啊，希望我们能够来做到。县长，我刚提到了，就是关于带凹星这种土壤的这种监测哈，这103年的数字，阿哥的阿表东东伯，你怎么知道这个在103年以后，这个土壤都绝对是保证是干净的吗？这是一种防范于未然嘛？这是不是让我们环保局说？好，环保局说一下。大家都谢，感谢王议员的关心哈。第一，针对咱拄啊议员所讲的饮食健康权有关环保局这边所负责的风险监控的部分，那我们针对尤其是这一次的所有的带凹星氮的部分，那它会在环境介质的监控上面，包括空气，包括土壤，包括水。那空气的部分呢，那当然那个之前是比较旧的资料，那当时的监控的一个部分是就大气中的空气的一个带凹星的含量，那相对值是非常的低、啊、那其实环保局平常会针对带凹星的一个污染源，因为带凹星是含氯物质所燃烧产生的一个物质，所以我们针对这些县内所有的可能的一个污染源，其实平常都有在做相关的一个监测的部分，那个部分到目前为止都是合格的状态。那当然吴议员所关心的土壤的部分其实土壤的部分包括农地包括一般用地，其实我们平常都有在执行，每年度都有在执行相关的监测的部分，包括像带凹星，包括像重金属的污染的部分。那目前带凹星的部分是没有发现土壤的部分有超标，那少部分的一些用地有可能会有一些总是有碳氢化合物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重金属的超标的部分，那如果有发现都会依照土壤污染管制法的规定加以做一个公告它的一个管制厂址，那要求要完全整治完成以后，然后监测合格以后才会解除管制，
然后耳后相关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加强，包括空气，包括土壤，包括水的部分，尤其是带有锌或是其他重金属的部分，环保局一定会再加强监控。好，我知道，你请坐哈。县长，我为什么把这个光子带药性这个部分提出来？因为土壤、水、这个空气的这个部分，我们当然长期要做监控，不要说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才来去追源头，那已经太慢了啦。哦，所以还是我们要继续努力，好不好？哈、哦，好，谢谢。最后哈，大家都所关心就是前瞻性的建设了哈。我想立法院现在在如火如荼在审查这个方面。那我们不管前瞻性建设也好，8800亿的怎么样，或者是平时我们跟中央的人脉关系，很多的计划是要提出的哈。我们宜兰县财政非常困难。我举一个例了哈，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是杨医的问题。杨医现在坦白讲，人力医师成对不足，再来他的服务品质不好，再来就是他的听说那个副院长，哦跟院长，那是他们是内部的事情了。可是呢，我们是接受到。教育部他行文给教育部，就是我们要一些的第二期的29亿的，那我们现在就有的那些的新民院区，我先搞定，你有什么委屈，还是说你有什么抱负？我们现在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说跟杨医的这种平时的这种交流啊，好像非常的困难啊。我们一些的服务案面案子很多，紧急的赶快请卫生局长找杨医来这个急诊，或者是这些服务的案件都透过卫生局。那为什么杨医是站在我们宜兰县卫生局上的主管单位，为什么在整个沟通的平台上有这么大的阻碍跟瓶颈？管理你知道吗？局长你先起来讲一下，这几年历届往来在这些的公文等等我们所要求，他有没有做到，有没有配合？请卫生局长你简单答复一下。好，请卫生局长答复。主席啊，各位议员，那谢谢江议员的关心哈。那在这边也跟议员报告，就是说，病床当然它现在是最大的问题嘛哈。那假如说有一些那病人或是说需要床的话，我们当然是提供这一方面的服务。那也是拜托医院呢这一块呢，那可以尽量呢来替这个民众呢得到最快的服务。那这一块是应该没有问题的。那至于说我们的那个。急重难症的这一个呢，我们也一直持续在跟医院那沟通，也给他需要的一些我们期待的一些资讯，那也这完全都有提供给医院，也希望很清楚的跟医院有表达那宜兰的县民的需求。我问你说他怎么回应你啊？你提出他有没有回应你啊？是不理，还是不睬，还是有书面的文件答复？我看完全是你，请坐。啊、我们有继续在跟他沟通啊。请坐，请坐。管长，你安尼就了解了。这种的官僚的洋医啊，虽然是教育部主管单位，是教育部，对我们地方是这样子不尊重。他来这边设立，他应该跟地方要结合、啊，共同来争取，让我们宜兰县民在生命能够有一个保障。应该要配合整个宜兰县政府，包括地方所有的周边的，包括地方的社区的。我想这个杨医啊，从去年开幕，我们议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小组到那边，他是一种对待，不要认为中央部会没管他，管他两位官员有丢呢啊，春天官在议员在管政，好像就是不理不睬。中央也好，地方也好。这是要大家共同合作，让我们宜兰县能够有一个提升医疗品质。他应该要来跟卫生局，尤其西民院区，我们宜兰有提出一个200万的规划费，要风华再现。他呢，到底是要做什么？这养护院，还是要做什么？宜兰市的市中心呢，做养护院，安尼敢有适当？我们真的是要坐下来好好沟通，县长，这是不是应该择期？让新民院区何去何从，要一个定位啊！不要一直在那边争论不休，他也不理我们。请县长，你是不是为了时间，我们这件事要拜托你了，亲自来主持者，邀请中央社会部、服务部或来教育部相关单位，一定要共同来参与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地方的啊县级的立委，请择期召开这个会议。好，请主席列入记录。好。
好，列入记录哈。县长哈，那个最后您请坐了哈，因为还一个啊，那个，那除了我们的前瞻计划的这个，我们所提出来的这十项内容以外呢哈，那在这边呢要一定要请县长继续努力，就是我们历年来争取财政收支划分法的这一个分配的这一个修正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一直说。我们中央没有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争取。因为如果这一个财政划分法通过的话，对我们宜兰县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个财政的这个益助，一定绝对是非常的帮忙。所以很多的比较小项的一些的活动，小项的这种建设。好，那谢谢那江议员跟吴议员哦，继续我们陈富山议员跟蔡文议员八十分哈、哦，我在想哦，早上四十分钟，下午再四十分钟，后了哈、哦，好继续来，你心惊的你，你调你管台去调，三加七分。好，继续来。啊，主席，啊，县长，您请坐了。啊，副县长、秘书长，哈、哦，咱管府的所局处的这个处长、局长，啊，个各位同仁哦，媒体朋友，哈、哦，啊，副县长您请坐了，哈、哦。首先我来请教馆长，哈、哦，这个，我顶个伫这个咱这个单位咨询的是有讲到这个绿博的问题啦，哈、哦。那今年度就是讲，啊，这个林县长去做主意了后，啊，咱的两项的重大任务，第一就是绿博嘛，第二就是运动会嘛，好、哦，啊，所以绿博，佮说来这个啊，东山河这个清水公园家，好、哦，啊，所以佮过去的不老坑这个部分的，反正有个创新的哈、哦，但是绿博。讲实在啦，吼，讲实在，都真侪人去看，吼，啊，真侪人去参观，啊，包括小朋友足侪，外观区人嘛不哩侪，拢是好奇啦，吼，就是好奇讲，哎，即马遮是毋是伫即个东山遮有较好无，吼，啊，甲东山的古街咧有联合无，啊，佮而且咱佮用火车咧，啊来即个运搬运输，啊，伫头城甲西甲即个啊。张所甲东山这个车头，都很多创新啦。啊，所以人次吼，我甲你看个有增加，但是吼，听清楚吼，即届绿博讲实在吼，大家是真用心，我是真肯定。不过咧，即届讲啊，这个绿博啊，讲实在啦，无够格，无及格。啊，这先啊无及格，第一当。第一，我讲人个客较侪，就是你宣传有够。但是第二咧，因为场所的问题，形形你去甲做的时阵哦，这个场地不熟悉，无熟，恁对场地无熟，啊，场地无熟的人，都了后咧，你产生这个问题出来。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你的内容咧，伤空洞。那个内容，讲实在无什么内容啦。哦，这阵啊，当然这是一个噱头，就是讲我，但是伊要交一百块。但底下看你讲遐农地就好，吼、哦，东山河的古街也好，迄落啥？东山的古街也好，火车头的古街啊，有带动无？无啥物带动。当然是有一点啊，但是你讲要凑底个百分之，莫讲五十啦，五六十啊，咱个目标是达不到。你啊看，大家去看倒转来了后，拢讲啊，咱日本也即款嘞。而且最近吼、哦，你结束了后，人够一个媒体够做一个民调，吼、哦。70%的人认为，70%，这非常可怕嘞。认为讲今年的绿博，吼、哦、是县政府真认真办案，但是内容空洞，看无啥。某某感觉上，哎、欸，我来遮就是讲，都 有那个绿色的味道，还是感觉你知道？无这个情形发生。只有一个卖点，就迄条水的有一个卖点，其他家庭也好，学生也好。外观区的人，我问过足侪人，对这个绿博拢有意见，所以今年绿博咧，无采你这认真吼，啊办起来，随先讲，哎，检讨的所在非常侪，唔是讲咱官府无认真，就是讲
内底一挂物件，你拢用发包的。你一摆4000万怎啊共标出去的时阵，你要搁追加，你要搁增加啥？你的钱啊，啊钱给人，咱才要来做啊。所以讲，这要思考，吼、哦，这绝对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立博就是你重大的施政嘛。哦，过来就是运动会，运动会是还未到啦，吼、哦，还未到，大家唔知影这个情形。吼、哦，但是嘛，阮真侪同仁讲过，啊，我就卖搁讲啦，吼、哦。啊，馆长，我过来对你个人的这个外界的这个看法的，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自从接馆长了，第一，你有深入民心，这是一般的百姓对你真肯定的所在。因为你有曾经有办真侪这个座谈会，而且咧，搁三不五时啊咧，不分南北咧，就是讲有这个去看所有咱今麦做这进行的这个工程，包括道路工程也好，交流工程也好，治水工程也好，你拢有落去深入落去这个监工，而且咧，搁去说明，吼、哦，即、这个百姓到最后，即个基层的即个民意代表，看起来实际上对你学了真济啦，吼、哦。第一项，第二项，你有在调，甲即个房屋税咧，马上咧，伫你上职无几工，先发布降落来。虽然啦、啊，百姓讲，即本来都你都袂使甲扣的物件，袂使甲增加即个民，即、这个，就是讲你嫌我尔，无啥物温情，你知？但是对你吴作成。县长咧，评价有加啦，评语有加啦，就讲老百姓，因为宜安，你也想讲讲宜安，你咧去五百块都感觉个咧，一个便当去五块都感觉个咧，因为咱宜安人这个环境、地理等等咧，吼、哦，你有所知啊，庄卡人嘛，欠嘛，啊，而且庄卡佫唔是讲做讲啊，伊大多数啦，拢是小康左右而已啦，啊，甚至佫较艰苦个啦。你去加去500块，伊就感觉，啊，所以这是虽然啦、啊，讲是你这个回归到原来，哦，你的做法当作得到老百姓的肯定，但是这嘛袂使欢喜，你是只不过是行人尔，你加享受行人尔吼、哦，这第二项甲你学咯，第三就是讲，要我甲你学咯，就是讲，真济代志，真济事项，你拢是徛百姓的。为出发点，无分男女啦。哦，这点是得到专业眼光、官民的给你肯定跟学习啦。只要百姓、老百姓有这个需要，老百姓有什么需求，啊，你解决来代志，啊，这点讲起来，一般的百姓目前有跟你接触也好，媒体看到也好，百姓的感受也好，这就对你的肯定嘛。你就是无分男女，拢你出发点拢是为着咱宜安县的老百姓，哦。总管，这是好的，哦，这是好的。啊，我讲，即马大环境，你也想讲，做讲，咱来先来讲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你也想讲看，一修一立，啊，什么同婚，吼、哦，啊，什么，这个18%，伊也是讲你这个，反正都战场开遮济，开遮济就对。开遮济的时阵，都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好、哦，过来，我来讲宜安县政府。宜安县政府在推行这政策，林昌源县长是安那讲，伫高民度怎落落来？其实这是地下税、房屋税就是最大的原因，但是其他就是讲我们的官员说不清楚、讲不明白，这应该大家拢感受到啊。伊真简单讲的，就是讲，你若讲像讲，阮伫办代志倒啊，都啊拖拖拉拉讲十几届，甚至也无解决。有讲，伊讲有讲，恁才有做。通病啊！即我是讲，通常咱在坐头前坐啦。哦，当然是袂，但是咱的好像是那个，要哪讲？无法度讲像过去的团队，啊，工人人无变啊，哪会变啊呢？哦，这点就是是我给你建议的吼、哦。第二点过来就是讲，即马讲到等下是讲到政治面啦。哦、我今日是要跟你讲，这是做政治面啦。我除了拄啊，跟你学落遐以外，我相信真侪人，请你来选馆长。啊，请你来选馆长，有两个证件会产生。第一啦吼，因为拄啊，创个那嘛开记者会开拄好尔，你知吼？哦，真侪人，真侪议员去参加，真侪今仔是一个全国办的啦。
吼，当然这个伊这延续这个热度嘛，吼。我要跟你讲的就是政治面，即摆真侪人讲讲做，应该是包括民党也好，国民党也好，无党的人嘛，讲你来参选县长，吼。但是呢，我有一个看法，我跟人无同款。我唔是讲你做真好，虽然做真好，那你来做县长，我是感觉宜兰县上优秀的一个，目前为止。但你要注意啦，吼、哦，降低是现实的，你要注意这点。我举一个例来听，陈定南倒来选，陈定南啊，陈定南是不是倒来选举？就是讲，恁这面下，往我这老来拼稳当掉的，结果输二股啊，输七千几票。所以你要去注意啊！这个政治面，这个思考，你讲这个人，吼、哦，台商就反对你，讲台商讲民进党部就反对你做县长咧。阿财想要做，黄树超，吼、哦，文强在后边给你抢后卡，啊，这个人怎么叫你选县长？这个居心叵测，你要去，你要去注意吼、哦。第二，咱来讲话咱。国民党咱这好朋友，吼、哦，这因有一个新的共主出来啊，都在给你呼呼到要怎啊给你放伊，啊你都摔一个都卡上去断掉，吼、哦，这是第二。第三，你讲阮就好，因为真侪人，真侪人，忠诚的人、无党的人，真侪人都是讲，哎、欸，你会做袂歹袂歹，拢有这個意思。但是呢，环境唔是像你想的简单。陈定南会落选无？无人爱相信。你甲一百个讲九十九个绝对讲晕掉，这个落选。啊，这人甲你呼呼的，你都甲你放放去啊。所以讲，我的建议啦，吼、哦，今日利用这个总结时间，甲你建议，讲就是讲，你好好啊，从安尼留落来，这个你好好啊，我公开甲你建议，你好好甲做煞，留名。后摆吴作成去甲打，人甲你叫我都不忘，吼、哦。卖讲有诶，民意代表做，你去找人看，你讲歪头去，真侪咧，真诶真侪咧，现有诶都有啊咧。所以讲吼，这点咧，啊，请馆长思考者吼。先来讲，伫安尼拄啊，伫李博开始讲来吼。啊，当然咧，啊，副馆长你诶部分吼，我是希望讲，今仔日就是这，嘛毋是你做副馆长，是你来做着副馆长，吼，先做你诶馆长，就是。十一月七日嘛，吼，前年会嘛，啊，前年你若甲办得好，我相信吼，大家你个都不枉。所以已经一个立博过去啊，过来就是前年会，我是希望讲这个咧，因为恁新的执政党的人有需要，把这低迷的这个士气咧，给扭转起来，才甲国民党有拼啦。要无事先讲起吼，恁的江山也差不多啦。哦，差不多啊，哦，第一关我是讲第一关哈，啊，当然这后边牵涉到很多中央的这个主政的这个问题哈，等等的哈，啊嘛一边啊那边，大家都也唔知道，因为刚刚才一年尔嘛哈，啊是讲吴县长，我是建议你讲，哈、哦，好好啊，把这个任来做完，你唔好听这个人跟咱讲好话啦，迄就是要甲你害，你要注意注意，啊，我是会有资源啦，我跟你讲的哈，我拢是鼓励的。吼、哦，因为你是好人，你是认真的人，你拍拼的人，吼、哦。啊，即马讲你讲这个部分，咱卖阁讲，即马来讲建设。一个地方的建设，当然有真侪先天条件也好，后天条件也好。我即马来讲，阮中于这个建设。阮即马在旅游，而且游客中心啊已经成型了嘛，哈。啊，你跳舞啊，啊，这个外观的嘛做了袂歹，吼、哦。我嘛曾经的啊，建议馆长的林创馆长。好，包括吴馆长你，你做副馆长时嘛，给你建议；包括金马嘛，给你建议。好、哦，就是讲，总为咧，事实上讲起长期咧，这个建设的拢比白莲亭较歹，甚至比台东、比南投较歹。因为迄边有山，有真侪好的所在啊，有真侪诶，这个好的这个景点啊。但是总伊讲起来是有影较可怜，除了企业以外，伊整个平原地。就是做产业嘛，无啥，但是有一个即马开始咱的旅游，这个东北角服务中心正成立啊，啊，我是希望讲，
迄个所在咧，除了恁规划迄个所在，卖讲起出出，管理处规划这项，建设处规划这项，啊，什么看规划这项，统筹，我是讲伫迄个地区咧，我请吴馆长你甲解说一下，吼、哦，啊，甲卖讲甲报告啦，你说明一下，阮乡亲听一下，你真个今日嘛是有人在听，吼、哦，你讲一下。啊，大会主席陈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谢谢陈议员的指教。啊，尤其刚刚对于个人的鼓励跟这个指教，特别感谢哈、哦。那么有关对于旅游中心这个部分，那一天去座谈了、啊，那么嘛有人讲都讲这部分怎么去了周边啊，排水拢袂当处理。啊，这部分我嘛去看吼，确实有调到较悬吼。影响部分，这部分我们来协调来解决吼。啊，拄只陈院长关心的讲啊，这个有一个配套无吼？这个自然已经有一个整体所谓的壮伟的魅力园区，一直连到这一个啊部后啊，甲这个啊做榕树公园，这个规个啊，咱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配套起来吼。那么希望将来会当带来吼壮伟这个所在一个较好的一个景观甲环境。啊，会算带来这个做游客，那么带来地方这个老人吼，像这方面啊，已经有这个整体计划提啊。哎，吴馆长吼，这本身要拜托你，就是讲，这个旅游中心已经完成啊，吼、哦，这项、个、目出来，吼、哦、嘛，真紧就要完工啊。我是感觉讲，你伫旅游中心这以南这个，包括榕树公园，吼、哦，包括南洋个沿河，包括甲中国顶家。整个咧，这个规划咧，还有一个真妥善的规划，啊，卖讲做讲遐做者遐做者做无行，吼、哦，包括迄个所在以后旅游中心的边啊，你甲发展到讲，比如人家有种土豆呀，吼、哦，有坑果啊，吼、哦，你若讲迄土豆卖了足好个呀，吼、哦，也有迄个自行车步道啊，有这个榕树下，吼、哦，迄、那个所以讲咱当宜兰县无个呀，吼、哦，啊，佮海口，甚至咧。一旦个船啊开到终于固定这边起来，我想你这个是不是整体来改规划个好事好事，卖讲底下起出出出一出出一出吼，这是随先讲个，终于长期的这个百姓的这个愿望啦吼，就是讲，把这个所在做起来做了好的时阵的，终于才有当发展，因为终于起起嘛真水啊，你看这个日头出来，吼，啊个看这个太平洋这个沿海这个。景嘛真水啊！啊，所以讲我拜托我馆长看你当地这两年内底，我加强咧对迄个所在这个规划加强咧，加强我意思讲，再无爱阁下落去。好，哦，这得提钱金额嘛，唔种真济啦，前几是几亿个都有啊。哦，这点再拜托你吼，谢谢。好，谢谢。大会主席啊，吴馆长啊，咱的副馆长，所有的局处长啊，所有同仁哦，大家好。啊，今仔日是庄吉顺吼，伫遮啊，我要甲即个吴馆长报告，就是讲，吴馆长拄啊，陈洛山议员讲的吼，有一部分我也真认同啦吼。馆长、县政府即个团队啊，对你执掌了后，对哦，真侪议员也好，百姓也好，拢伊会感觉讲有较信任度吼，因为你是过去长期以来一个真。正直的一个公务人员，但是你执政到这个团队了后，有真侪代志恐惊讲你无了解，哦，你的团队有发现到真侪问题，所以讲无真侪人甲你做一个建言，啊，你嘛无了解，无去发掘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团队其实有一点很大的一个问题，哦，啊，我想吼，首先吼，我来放一个影片。放一个歌啊，互你听，啊，你就知道你的问题在倒，吼、哦。三八阿花吹。
有时短，有时长，和我的不一样。原来是伸缩喇叭，有一天老王遇见了阿花，就像寒冬里看到太阳。阿花心里小鹿撞，感动在心却说不出话。馆长，我想吼，就甲歌内底同款啊。本本啊，你是这个寒冬看到的一个太阳，但是你的团队内底啊，吼、哦，有侪来真侪人咧吹喇叭，有的吹嗦，有的吹发，但是本体还真大声，吼、哦。我想，个人咧分伸缩喇叭，吼、哦，所以我直接要甲你讲，为什么要用安尼甲你报告？因为啊，你的团队。内底伫做事啊，整个县府的团队处事有六步骤，六步骤安怎来？我要甲你讲，第一个接到民众啊是议员啊的这个事务啊，第一个先答应，六步骤内底第一个叫先答应，啥叫先答应？我就先甲你答应。第二再搁置，我就甲你肯定，唔爱插你。第三项后应付。啊，搁问的时阵就凊彩甲你应付的。第四项，甲你找问题，吼、哦，甲你做一挂理由。第五项，则招言意，找大家来言意。第六项，到尾啥？大做小，大项的甲你做细项的。然后啊，六项了后，上尾啊，搁送你一项，什么都不做。我管定，你很认真。啊！你一个火车头一直拖，但是啊，这个所有的车件也有打档的，啊，也有塞去保卫的。这不是我蔡文义讲的，是所有的议员、真侪民众嘛拢安尼讲。你看，坐你边啊，陈守山议员讲，真侪人咧讲，你拄啊有听到吼、哦？所以讲，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存在？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你是寒冬里面的太阳。不，县府的工作不是用吹的，也不是用转弯的，哦。所以说我在这要拜托馆长，哦，你的任期剩下一年多，好好的把一年多怎么样去统合，怎么样去把你的团队做好。当然，好的局处长也真多。但是就有一些在浑水摸鱼，一些在做转弯的一个动作，一些在跟你的同床异梦的工作。哦，我想这馆长，你要很熟悉。我讲的绝对是千真万确，是足济人足济人吼、哦，的一个感觉。哦，我希望讲，我今仔讲了后，馆长你会当做出无同款啊。让大家焕然一新的工作，我刚才讲你是寒冬的太阳，我祈勉你能做寒冬的太阳，不要再给其他的这些局处所长、哦、来把你污蔑掉、哦、好，馆长感谢、哦、另外我要来请教这个教育处长，来请教育处长请县长坐下，谢谢。告诉处长，你来到这里啊，三个月以内啊，即来三个月内底啊，你对宜兰县的了解，我唔知有偌济。
就而我所知，你知不知道头城有一个学校叫做外澳分校？你知不知道？主席还有蔡议员，我了解外澳分校。好，那外澳分校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外澳分校，我手上有他们全部，就是大概才从105年开始。从1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处理外澳分校有一位黄老师，然后对本校的一些抗议的事件或者是陈情的事件，然后我们有好陈情到哪里？陈情到哪里？就我知道，就是我们除了教育处之外，包含我们一层的长官、三长也都有收到。还有呢？外部的部分大概教育部，国教署，然后对，我目前有转到我这边来的，我知道的是这样。好，那我告诉你哈，立法院、行政院，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我感觉讲啊，这是你教囡仔，还是吃饱你投诉，还是伊是校园的太阳花，还是？什么抗争的团队，是不是？处长，你知道这个事情吗？我了解。我感觉你来三个月，你也不去重视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老师的职责就是好好去啊，教好学生。绝对不是在那边一天到晚在投诉，把我们地方的学校都污名化了。我想头城国小的校长，伊嘛足认真足打拼啊。总务主任嘛，就怕拼呀。投诉人只要跟他不对盘的，就全部不适任，就一直乱检举、乱投诉。我们有什么退场的机制，可以这些让这些老师可以来处理的吗？我们其实这段时间沟通了非常多次，包含督学到学校，然后也跟学校召开一些会议，包含也请校长每个礼拜一定要拨一天到两天到分校去做走动式的了解领导。然后最近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总执行完的是你好好下去了解一下，礼拜一还由立法委员来召集我们去那边开会，现在是他们是立法院在直接管辖的，是不是？礼拜一，5月25号吗？啊，5月22号那一天是林金龙议员就有协助召开。他找立委来的，他找立委来的。是我收到的讯息是，我认为啊，你是不是、你们教育处是没有管这个学校，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关心。已经改成立法院直属来管的，是不是？我们一直在关心。你们在关心，你们该关心没有解决嘛？就是持续的陪伴了，陪伴跟校长一起面对这些问题，陪伴就继续让他投诉，是不是？好，我希望会后你自己去了解，把它处理掉。是。第二件，头城有一个学校叫做人文中小学，你知道吗？了解。了解，你现里面发生什么事？目前接到的投诉就是他们在经费上面，有不当的，就是我接到的投诉内容啊，是对家长的收费的部分。你来做之后就开始一直被投诉，到底是怎么样？这三个月内一直被投诉，到底是怎么样？他投诉的内容，旁边议员说：“他只有一点可以用投诉，是安怎？”他投诉的内容其实不是这三个月发生的事情，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是历史共业，跟你没有关系。不是这个意思，是不然是怎样？我看到他的投诉内容，那我们其实也组了一个小组，那有邀请几位市导。重点嘛，问题有没有解决？目前正在研议要怎么样解决。研议嘛，刚才我讲第五项啊，研议招研议。有了，你有符合，我相信你也有做到研议的工作。我是认为你是台北回来，应该在台北有高水准，有这个高视野，来这里创造好的高教育。但是我看你来到这没有让我们感受到啊，就是问题重重啊。是。对啊，你要用你的专业去处理这些事情啊，对不对？
不能让地方老是这样子啊。正在处理。对的，在处理哦。嗯。哦，找理由，找问题，是不是？处理其实需要一些时间。啊，对的。嗯。啊，好，因为在搁置嘛，对不对？没有搁置，一直都在处理。对吧？我有完整的大事记。就是搁置嘛。我有完整的大事记。我每天也都在做啊，但是我就没有做好啊。你知道？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没有做好，就是没有就好，就是没解决嘛，没解决就是在搁置嘛，对不对？认真去处理，处理人的问题要花一些时间。对的啊，然后我跟你讲，一个学校、两个学校，你之后会三个学校、四个学校，我不会骗你啊。是。你处理的态度用这样子的方式是不行的。嗯。好、哦，在宜兰是讲究实际操作面。是。没有在讲什么大理论了、啊，大理论。是应付的啦，好不好？是。好，你请坐哈，你请坐。你别讲一下。好，来，那我请教那个农业处长。农业处长，请起立吗？好吗？农业处长，其实你的专业受肯定了、啊，哦，你的专业受肯定，你过去在县府团队也很久，但是啊，我是觉得啊，哦，今这议题上面，今这一边讲垂立，议员垂立，你觉得你都有做好吗？跟前面那个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做得很好。啊，你都觉得有做好？我没有办法全部都做得很好。没有办法全部都做好。有没有人家跟你讲的很多件事都没有去做的？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应该都会有一些进行啊，就是除非是碰到进行法令上的障碍，或者是一年多了还要进行，是不是？再进行，那就等到下一届再做就可以了，好不好？下一届再去做就好了，好不好？下一届再做啊，再反正已经拖了一年多，那其实可以做的，我就会尽量去做。对啊，一年多之后就反正已经拖了一年多嘛，哦，一个基础的建设一年多啊，那一年多之后再去做就下一届了，反正也不一定这些议员都全部都在嘛，对不对？那地方建设就一年一年的拖，一年一年的拖。那我觉得议员没有关系啦，但是县民很关心啦，哦，县民很关心啦。是不是？哦，很多民众的肯托议员的那个为民服务案件没有下文嘛？到目前我看到没有下文嘛，一项都没有嘛，一项都没有。灾远指的是哪一些项目？我指的项目你自己去想啊，看议员，包括我个人在。我知道那个有一个像有没有肯托你去做一些事情嘛？你要等到被告你再去做。哦，你要等到被民众告你再去做，我也没关系了。哦，我这样子讲的有够白了吧？我又跟你讲，民众要告你的，然后我已经跟你讲了好几个月，也都没有下文，也没都没有。是那个东山和那个简易码头，不，你自己水里面那个土地政策的问题，我都讲，我也跟你们讲大方向了，然后你自己去思考了，哦，自己去思考。那你请坐。来，我请教那个公里处处长。公里处长，你觉得你这几个月啊，你做了什么事？议员跟你的肯托，你做了什么事？是完成率达到多少嘛？跟蔡议员报告哈，满一年了、啊，满一年你做了什么？那个蔡议员肯托的是只有一个侯洞溪水保局做的工程，多久了？那是一个步道，多久了？那这个案子一年多了，但是这个案子不是公里处的工作，是。啊、你有没有答应人家嘛？啊、那你有没有答应人家哈？好，我现在告诉你，你有没有符合第一项？我想这一个业案子，蔡议员很帮忙，也签了基建补助款25万。那跟张金莲张里长在提的时候，后来又生出一些东西。那目前农业处已经好发包了。好，没关系啦，你讲我都接受你所讲的答案，你就先答应再搁置，然后现在应付我找理由，我都相信。一年多的，你还要讲什么？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是要跟蔡议员报告，因为到府内部有权责划分的问题。我跟你讲了，下一届再做好不好？下一届再做。不是、啊，跟蔡议员报，我们会尽力做好，因为会尽力，会尽全力做。下一届你不一定也坐在那个位置做啊，对不对？我就不会再请你做了、啊，对不对？
处长，哎，跟蔡元包我会尽力的，啊，就尽力做了。你可以跟那个私下跟这些议员民调，看你在处理会怎么样处理嘛？有人会相信你会处理吗？总结我刚才讲的六步骤，最后一项总结叫做结果什么都没做，就这样子啊，人家对你的看法，对不对？我们都给你很多时间，一年多了，对不对？我觉得吴县长很认真，过去他当副县长的时候我们就很肯定，结果他带领的团队出来是这样子，我们当议员也是建议而已，我们也无可奈何啊，我们没委屈没关系啊，管民也委屈啦，啊，委屈到尾我也是要讲，我给你做建议，啊，你如果不爱做我也没关系啦，真的啦。为什么民调会直落在县府团队里面的执行当中，给民众的一个感觉跟感受，你现在答应的不是我个人，是很多民众都在看嘛，你们也亲自去告诉人家，我什么时候下个月就处理了，下个月我知道每一个月都有下个月，一月的下一个月是二月，二月下一个月是三月，三月到现在是四月五月了，下个月还有六月，哦，我感觉讲无紧啦，反正我们已经都麻痹了啦，麻痹了啦，你知道吗？脚踏车压到阿嬷的脚也没感觉了，哦，这是电视在做的，但是民众现在的感受是这样子的，哦啊，所以说我嘛未过找你啊，你看议员人也无爱找恁啊，啊就点点啊，一天过一天啊，啊是我直接嘛用足客气甲你做建言啊，啊恁若无爱做，我嘛无法度啊，哦，我们也只能当到这样子啊，对不对？行政权在你们手上，我们只有建议权，哦，所以你请坐，所以。吴县长，我刚才讲的，我是要让你知道，我讲的有没有事实？不仅这些啦，还有啦，哦，还有，啊，我也感觉讲你是真好的人，但是你带领出来的风格应该和规个宜兰县，和所有国民焕然一新的感觉，哦，啊，我是感觉讲，你在推行的很多的政策，大政策。哦，包括你讲，你甲中央建议讲，哎，北宜直铁也好，铁路高架也好，我看这种种的政策，我感觉我个人是真欣赏你啦。但是欣赏归欣赏，但是咱嘛是要有实际的物件来甲国民来做说服，而不是说你跟我讲好，那我们就 OK 的嘛。哦，啊，所以讲整个团队要怎么样再去综合的一个运作，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啊，你嘛比上个较严格。但是严格当中，就有真济人底下甲你吹喇叭，后边乱甲你讲，啊，吹得很响亮、很大声，结果民众感受甲你所想的无同款，啊，无同款，宜兰县就愈来愈，哎，让感觉愈来印象愈歹，啊，愈歹的时阵当中，当然对政府无信任度，啊，这种种拢走出来，尤其你啊看。自过去咱讲加税、农地课税什么税，一直加之后，那个整个排山倒海而来的那个压力，种种的压力，我相信你都有，你拢有嘛吼。啊，这个情形没哪去改善，一定爱上基层、上基层的安尼来做起，我想才会使。吼，我管你，你有要讲者，我也想要听你讲看嘛。好，非常谢谢蔡议员的指教。我想非常感谢帮我提出这样的一些这个提醒跟主教的意见啊。那从刚刚议员所提的，无论任何一位同仁的这一个做得不好，或者横向沟通的整合不好，都是我的责任，我会来检讨，那么会来加强这一块。这里面包括刚刚听起来对于处理事情的一个不积极。那么应该可以啊，态度上可以更积极一些，视为己任来看待，那么来帮忙想办法。我发现我们现在的政府体系里面，你在这一个主管部门